我们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出席达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23日星期三上午9:03至12:52，地点本院勤贤楼9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13人，内席委员刘建国委员等26人，内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丽玲、财政部部长张盛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如召集委员秀燕。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计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记账事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曾明忠说明提案要旨，并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回应委员提案及财政部张部长审核报告行政院提案内容后，既有委员曾明忠等12人提出执行，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财政部张部长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李应言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以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第一案，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计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一、第8条、第13条及第81条条文经照案通过；二、第48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二、本案审查完竣，拟计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无需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卢召集委员秀燕补充说明。第二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记账事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尚未审查完竣，另择期继续审查。通过临时提案一案，宣读完毕。因为我们在场委员未足法定人数，我们议事录暂不确定。我们现在进行下个议程，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今日议程，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王主任委员莅临，就目标可赎回衍期契约等结构型商品之发行与监理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会总整理提出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会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草案提报宴会案，宣读完毕。好，向委员会报告。那我们今天的议程有审查105年度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的审查总报告草案，以及金管会专题报告2项。那我们现在先进行审查总报告，审查后我们再进行专案报告。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总报告草案相关事项及内容。宣读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草案：一、审查缘起；二、预算筹编原则及国营事业计划总纲；三、重要内容。以上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第1页至第12页；四、审查经过及总结果，请委员自行参阅总报告第12页至第14页。本案由财政委员会与各委员会依照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括弧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分配表（括弧详表一）及审查日程（括弧详表二）自104年10月29日起分别举行会议，审查行政院所送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为截至105年3月23日止，上有经济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尚未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智慧及会诊列入本次审查总报告中，其余各委员会已提出之审查报告，则由财政委员会会总整理，于105年3月28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后完成审查总报告，之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分别详列于后，提请讨论，并概要说明如下：一、营业部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部分，
原列营业总收入2兆7166亿3952万6千元，营业总支出2兆5028亿6402万元，税后净利2137亿7550万6千元。审查结果，因经济委员会负责审查之营业预算部分7105年度3月23日尚未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自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原审查结果增列营业总收入6亿2279万5千元，增列营业总支出刮胡不含所得税费用4亿4292万8千元，增列税前净利1亿7986万7千元，刮胡详表三。至于所得税费用及盈亏拨补事项，市院会审议确定后，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单位有关之业务计划、转投资重大建设、资金运用及资产负债预计等部分，应分别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二、营业部分，一、作业基金原列业务总收入1兆5064亿8465万4千元，业务总支出1兆4776亿8707万3千元，本期剩余287亿9758万1千元。审查结果，因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负责审查之非营业部分预算部分，7105年3月23日尚未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自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原审查结果增列业务总收入4亿0125万9千元，减列业务总支出5140万3千元，增列本期剩余4亿5266万2千元，括弧详表四五。至于余处拨补事项，市院会审议确定后，再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单位有关之业务计划、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国库增拨基金额及资产资金运用等部分，应分别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括弧二，债务基金原列基金来源8802亿1308万8千元，基金用途8802亿0911万元，本期剩余397万8千元，审查结果均照列，刮胡详表六。至于业务计划及资金运用等部分，应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刮胡三，特别收入基金原列基金来源2096亿5471万9千元，基金用途2122亿7048万5千元。本期短处26亿1576万6千元，审查结果因经济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负责审查之非营业预算部分，7105年3月23日尚未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自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原审查结果增列基金来源358万6千元，减列基金用途3823万8千元，增列本期剩余4182万4千元，括弧详表列。至于各单位之业务计划及资金运用等部分，应分别依本案审定数额予以调整。括弧四，资本计划基金原列基金来源116亿8824万4千元，基金用途48亿5196万元，本期剩余68亿3628万4千元，审查结果增列基金来源150万元，减列基金用途750万元，增列本期剩余900万元。刮胡详表六。三、信托基金部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信托基金项下既有劳工退休基金刮胡旧制、劳工退休基金刮胡新制、基欠工资垫偿基金、资源回收管理基金、信托基金部分、保险业务发展基金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等20个基金，共编列总收入1259亿2248万4千元。总支出98亿3394万9千元，本期剩余1160亿8853万5千元，审查结果因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负责审查之信托基金部分，7105年3月23日尚未将审查报告送财政委员会自未及列入审查总报告，原审查结果减列总支出100万元，增列本期剩余100万元，括弧详表七。四、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本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14次会议审议结果，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暂照列，应随同本括弧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结果调整，其中税入税出之调整仍依本院审议中华民国
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决议及预算法等规定办理。表一至表七，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第15页至第25页。五、营业部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第27页至第65页。六、非营业部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第67页至154页。七、信托基金部分各委员会审查结果，请委员自行参阅审查总报告第155页至第167页。宣读完毕。好，我们稍待一会儿哈。好，那我们在场委员答法定人数哈。那我们先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确定。那请问各位委员对刚刚审查总报告的草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针对审查总报告草案决议作如下：一、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的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照草案通过，提报院会讨论，并请议事人员尽速函送。第二，有关经济委员会、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之审查报告，是该等委员会送达本委员会后，授权议事人员整理，再进行提报院会并案讨论。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我们现在来进行专案报告。那因为我们已经有做过业务报告了，所以我们不再介绍各位委员跟我们与会的各位首长。我们现在请金管会主委王主委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今天陈贵委员会邀请提出目标可赎回远期契约 TRF 等结构型商品之发行及监理进行专案报告。首先就贵委员会对金管会工作的支持与鼓励表达衷心的感谢。以下仅就本案提出报告。 TRF 商品在全球金融交易市场已发展多年，商品同时具有投资及避险功能，国外亦存有相同的交易。我国银行大约是95年间开始办理汇率等 TRF 商品，是107年七月及102年一月开始相继开放银行 OBU 及 DBU 承做人民币业务，银行开始办理人民币 TRF 商品。截至105年2月29日，办理人民币 TRF 商品之银行共计29家，办理人民币 TRF 商品之交易客户均属法人客户，并无自然人客户。银行办理人民币 TRF 商品业务量，契约原始名目本金已由103年5月13日新台币974亿元降至105年2月29日398亿元，大幅减少59.1%。银行办理人民币 TRF 商品之铺险金额，若以105年2月29日为参考基准日 ，DKOTRF 跟 DKO 缴上首银行之存储保证金约605亿。TRF 商品本身是具有高杠杆及高风险的持有性，会随着汇率波动产生较大的市场风险跟信用风险。金管会为兼顾投资人保护，确信金融机构稳定经营及市场健全，于103年初开始主动针对银行办理 TRF 商品采取三波强制的管理措施。第一波强制管理措施是在103年4月到6月，有6项管理措施。第一项是103年4月，依违约情节，核处一家银行停止承受，并于6月对9家银行依违规情节核处纠正及罚还。第二是明定高复杂型风险商品限专业客户及以避险为目的之一般客户承做。第三是规范银行就针对非避险交易要设有最大损失上限及风险集中度之控管。第四是规范银行针对非避险客户要设有担保品整体的机制。
第五，我们建立廉政中心客户交易额度及动支情形的查询机制。第六，要求银行限期改善相关措施，在未改善前不得乘坐非避险的 TF 商品。第二波强制措施是在104年2月到7月，有四项。第一项是修正复杂型高风险之定义。第二是明定复杂型高风险非避险交易损失上限，由12期以下的名目本金6倍或超过12期的部分是改为9.6倍。第三是明定交易文件必须要揭露最大损失。第四是要求银行必须要确实控管客户之整体信用风险。第三波强化措施是在104年10月到105年1月，这个也是包括6项。第一项是105年1月针对银行未落实风控，也纠正了9家银行，并限制2家银行乘坐复杂型高风险业务。第二是调整专业法人资格，调到新台币1亿元。第三是限制银行不得与自然人客户及与非避险目的之一般法人客户办理复杂型高风险交易。第四是对非避险交易损失上限调降至名目本金的3.6倍。第五是订定保证金的机制。第六是订定交易额的控管机制。另外，金管会最近更采取另一波强化措施，在105年3月，函请业务量较大的银行针对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变化情形办理情境分析，并提报董事会，并要求银行在105年3月底前函报乘坐复杂型高风险商品之业务上限。金管会将考量银行承担风险能力、外币资金调度能力、专业能力及法尊客数等，审酌个别银行自行订定上限业务上限之妥适性。在未来的监管重点，针对争议案件建立调起机制，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公正迅速的处理机制。金管会已经在3月15号函请财团法人金融评议中心建制银行办理复杂型高风险延伸金融商品的争议调处机制，希望能够提供客户一个公平迅速的争议处理程序。另外，我们也持续办理金融精简跟市场的精简、市场的监理。金管会将持续办理更多的一个相关金融检查，确保银行落实各项强化措施，并严格监控客户曝险程度及银行风险控管能力，以健全银行业经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人民币 TIF 商品是全球电投商品的金融商品，同时具有投资跟避险功能。金管会自103年起到现在，已经采取三波强制的管理措施，在近期已将人民币剧烈波动所造成的负面冲击降到相对低的一个程度。未来金管会也会将持续针对人民币 TIF 的争议案件，尽速建立一个公平快速的一个调处中心，以提供商品投资人一个公平迅速的调处程序，保护投资人利益。未来金管会仍将持续监督市场机制及商品发展，以维护市场健全。以上敬请各位委员会指教支持，谢谢。那我们在开始答询之前，我们先做如下的宣告。我们每位委员按照我们的惯例，8分钟可以延长2分钟。那我们在今天早上上午10点截止登记。那我们现在开始答询，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曾委员咨询，请。主席、各位委员，麻烦请王主委跟杨副总裁来。主委、副总裁。诸位副总裁好。首先，我要针对金管会过去2-3年来处理有关 TIF 的部分，首先表达肯定的意思。但是，因为这个金融商品其实有一定的风险，处理的部分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我们看这张 PowerPoint，
过去两年来，为什么有 TRF 这个问题？主要是过去两年的人民币大幅贬值。两年前大家总认为人民币会升值，会贬不会贬值，所以最近是美元兑换人民币是大概 6.5 左右。那我要先问杨副总裁，你预估到年底人民币会贬值还是会升值？报告张委员，汇率啊预测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你是这方面的专业，我对你的专业很有信心。汇率啊，基本上我们如果说看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汇率哈，在103年、104年那个时候呢，它是持续的升值，但是到104年，能不能讲未来？过去我知道是，那但是呢，就是说它现在呢，它的一个控管的方式呢，是就是说让它能不能讲重点？到底我问请教一下，我只问您，请您答哦，要不要讲？那个时间很宝贵啊，我不要您要讲理论，也不要讲太多的理论。我到底会贬值或升值？就市场的一个观点，有升也有贬。啊，你这个会想跟我讲废话？那我一下，那你认为到年底预估会多少？汇率是很难预测的。对你专业，你没这方面的专业吗？我们对一个专业来讲的话呢，它对市场呢是非常的。好，那我问你，外银对这样的看法总可以吧？外银有升，有的是说，大部分呢是说是贬，在年初的时候，但是呢，他们到目前呢是比较持保守的看法。你都讲形容词，我要的是一个区间，那到底是到预估外银预估会到多少？如果说以目前 6.5 也有说是到 6.9 也有到说到 6.8 但是也有说到 6.4 没有错。对，其实我要的这句话，有人估到 6.9 有人估到 7， 这个是外银的一般的看法。好，你可以回去了，谢谢。另外也要请教王主委，现在的陈情的件数到底多少？目前还没有结案的是116，是累积的损失多少？累积损失是这些客户对陈情案件大约就好。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统计那个案件的累积损失。刚刚有特别报告，如果是以现在这个存出保证金的部分大概是605亿。OK， 再问一个问题，银行可能的损失会多少？大约银行可能的损失如果是用这个转为局长，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局长40%。鲍文，刚才您问到的这个客户的损失大概是我们现在估起来的大概有被强制平仓的部分有72亿啊哈。是。那银行的损失当然要看这个客户违约的程度那客户违约的程度来讲，我们现在估起来大概银行已经提列了备贷提列77亿我们手上的统计数字，客户已经违约跟将来这些违约的客户可能在违约的部分大概是差不多20出头亿啊。是，那我知道这段期间，银行局跟金管会也做了很多的检查。那请教问题，这些银行里边最近有没有发生不当的销售这个情况？跟委员报告，这一波TRF 的风险最主要是来自元月份人民币的大贬，所以像103年所谓的不当销售或者文件不齐备或者 KYC KYD 没有执行好的情形，比以前少非常多。最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导致这一波的 TRF DKO 的问题。OK， 好，看下一页。
刚刚有关金管会到目前已经采行了三波的处理，那现在名目本金已经降下来398，降的幅度相当快。那另外我要请教的两个问题，未来有没有新的管理措施，就 TRF 的部分有没有？这个部分我刚刚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银行在三月份做进一步的盘点，了解客户损失跟银行损失之后，他们必须要订定一个可以卖 TIF 自己的上限。那我们会针对他们的风险控管能力跟客数，还有相关的专业能力，做一个控管的机制。好，另外对陈情的个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协助措施？对陈情的个案，刚刚也有报道，我们已经在3月15号要求评议中心成立一个调处的机制，所以所有的有争议的案子呢，都可以到评议中心，我们会聘任6位评议委员，担任调处的一个委员，然后由他们当成是听双方的一个看法，然后能按照个案来协调出一个可能的一个和解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机制，希望协助消费者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争端。那大约是4月中可以上路。好，来看下一页。另外就是 TIF 的部分，刚刚杨副总裁提到。我也有提到，人民币万一贬值到6.9%或者7%的话，那到底会对国内的金融机构也好，对投资人也好，会造成多少的损失？银行会不会发生相关的风险？金管会有没有要做压力测试？谢谢委员，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3月初已经函请所有的就量比较大的银行，针对。不同的敏感度，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可能汇率会贬到3.9%，甚至5.6%或者到7%，6.6%、6.7%、6.8%到7%，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请他们做敏感度分析。那这个月底会报回来。假设到7%的话，最大的损失预估是多少？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呢，去年汇取有做一个评估报告，我们觉得很合理哈。如果贬到7%的话，最大的损失大概是新台币790亿哈。是。不过我们相信这个数字会持续在下降中，是因为它是去年年底的报告。尤其名目本金在大幅下降的话，它的损失会在大量减少。看最后一页，所以针对有关金管会处理 TIF 的这个。这个事件基本上我是持肯定的态度。所以过去各位想想看，假设过去2-3年来没有经过三波的处理，那目前人民币在大幅贬值的情况之下，不但投资人会造成大量的损失，基本上银行也发生重大的系统性风险。但是处理业务就是不断的讲求精进，所以就未来的处理的部分，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有关 TIF 的陈情个案，刚刚主委提到，现在有100多件，所以以后假设有类似的情况，我要求金管会要更积极、更主动的介入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请金管会督导银行 TIF 这一类具有高度风险的产品。要尽量，我说尽量卖给有避险需求的相关的企业，尤其是中大型的企业，比较小型的企业尽量不要卖给这些中小企业。第三个，我要请金管会对外宣示，其实我过去宣示过，但是时间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了，这些银行会忘记，所以我希望主委能够对外宣示。以后银行如再有类似不当的销售，要依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处罚没上限，必要的时候撤换负责人的处罚。因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去年修正之后呢，处罚没上限，另外可以撤换负责人。我过去宣示过，我希望这三点能够金管会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做。诸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本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规划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尤其对外宣示的部分，能够再次对外宣示，
因为虽然过去金管会处理的不错，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请愿的案件、陈情案件，我们希望把它处理的更平稳、更平顺。谢谢。谢谢。下一位咨询人吴秉睿委员，吴秉睿委员请。可以了吗？好，主席，麻烦请金管会王主委。哎，王主委，请。委员早。早，让你看看我们今天呢，我特地第一次做了 PowerPoint 给你看一下。第一页，我画框的这个重点呢，他陈情人说他是受害灾户之一，资本额达5000万，所谓的专业投资人，他当然这个是不满的讽刺的意思。专业投资人不应该只是用他的资本额做定义啊。他也曾递交检举函给银行局跟建议书给金管会，但没有实质上的协助。银行局的功能只有发现银行在交易过程的缺失给予处罚，但对于受灾的这些民众并没有半点的帮助。下一页，框起来这个地方，银行因为这个地方他投诉说银行要求他虚设 OBU， 就是外国这些账户做不实财报，然后声称一切合法可以用来理财，就也就是说他把专业投资人这个角度是作假的，然后之后就开始理财商品，然后人民币贬值让这一位陈情人他要缴保证金到$1,600,000，那不然的话就要强制平仓大概要$1,000,000，这样像他们这样虚设 OBU 的公司，没有本业的项目跟营收，虚伪财报，总资产额在5000万以下，应该是不允许做这样的商品，这样也在卖。这个陈经人的陈述，下一页，他认为他这个案子，他认为第一个 KYC 认识客户没有做风险评估了，第二个隐瞒风险，然后递延损失，第三所有的文件都只有英文，没有中文，也没有说明。好，下一页，这是这5年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图啊，因为后面这一段往上升的这一段是造成他们损失的重大原因。在下一页，所以现在登了报纸哦，这个半版哈，对于 TRF 自救会，他我相信这个应该你看过哦。好，这是今天的陈情，先给你看一下的资料。第二个，是你记得我3月7号的时候，在这边跟你要求各家银行销售 TRF 的总金额，包括各家银行逐月统计和加总。第二个，各家银行从上手银行获得的佣金总数。第三个，各家银行业务员获得的酬金总额。第四，强制平仓的件数和金额，发生违约的件数和金额，个别争议事件处理的状况。3月7号，经过本委员会主席裁示，当时我对你是希望你一个月内提供了，然后你在3月25号啊，给了我一份用电子投递过来，我不知道这一份到底是不是就是我刚刚3月7号要的那个文件，你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吗？这一份是不是就是我刚3月7号要的那一份文件呢？是，完全没有内容。连银行都给我圈圈银行，圈圈银行，全篇圈圈银行。个人资料保护法是在保护个人资料呢，不是在保护银行名呢。然后在理由里面，就跟我讲说，依照规定，酬金业务员的酬金不可以跟直接特定商品销售业绩连结，所以就不提供了。我刚刚给你问的问题，你有听清楚吗？3月7号。各家银行销售 TRF 的总金额，结果你给我圈圈银行，这有跟没有有什么不同？没有一家银行有名字的，都是圈圈银行啊！这等一下可以请主席裁示一下，他提供资料可以这样敷衍了事。第二个，我要的是逐月的统计跟加总，这是第一小题。第二题，
各家银行从上手银行获得的佣金总数，完全没有。第三题，各家银行业务员获得的酬金总数，用刚刚那个理由跟我回答，说因为不可以跟他直接销售的商品连结，所以没有，也不能提供。第四个，强制平仓的件数和金额，发生违约的件数和金额，个别争议事件的处理状况，完全没有。主委，虽然在一个多月要离职啊，这份资料你看过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银行局回答？哦，请詹局长。报委员，这一份我们现在提供的的确是您在那个之前这个询问的时候要求的哈。要跟委员报告，您当时有提到识别化哈，因为除了个资法之外，银行法也有保密义务的规定啊。银行法保密义务是对客户的内容保护，不是在国会对什么银行卖了多少商品保护吧？这个跟委员报告哈，所以我们大概误会委员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银行的名称哈，这个是给他遮掩起来，数字是正确提供的。好，因为我给你的时间到4月7号，我希望你照我今天问的问题内容哈，详细提供。你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可以吗？是，我们也不用再追究了。我只是跟你讲说，你现在如果你这一份3月25号就是你所谓给我提供的资料，我是非常不满的。那4月7号还有时间，我也不用对你这么苛责。4月7号以前提供可以吗？可以，好、哦、好，谢谢你。另外跟委员报告哈，您提到佣金哈，我们也经过了研究之后，在这个 TIF 这个地方没有佣金这个概念在那个地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些银行卖 TIF 得到多少利益？我现在只是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的话，我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多银行这么喜欢卖 TIF。我跟你讲，内部跟我开会的时候，我问过他们一个问题。平均业务员销售都获得名目本金2%，公文报告的佣金2%是一起哦。如果这个契约是比24次的话，等于他就是得到48%，一个契约总额的48%的佣金。是这个，我很认真在准备 TIF 啦，你不要拿这个一个这样子的文件就要糊弄。佣金没有办法跟这个直接连结。银行获利多少不能告诉我们，那我这样子的话你要监督什么呢？跟委员报告，我们给委员的函里面哈，有一部分诚如委员讲的哈，另外有一部分银行的部分，我们已经给委员明确的数字了，就是131亿在去函里面哈，就是银行这一部分它权利金的收入哈，这一部分我们明确给委员报告，所以他就赚了131亿，对。通通的加起来，加总的，你这个是加总的。是 是，你想想看，名目本金才600多亿，现在哦，他赚100多亿啊，130几亿啊，难怪银行拼命想要卖 TIF 嘛，想尽任何方法想卖 TIF 啊。跟我们报告，这个131亿是从103年年初哈、哦、到今年2月，有2年多的时间、啊。那总销售金额多少呢？那这个名目本金最早的时候是1000多亿哈、哦。1000多亿一路上往下降，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这个商品对银行本身哈、哦，它也有风险存在啊，哦，当然知道有风险啊，它的风险就在人们，它的风险是在于它地最卖的客户不交割嘛，但是上手银行没有风险，因为台湾银行不会倒啊，台湾银行倒闭才是上手银行的风险，上手银行在这里面是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啦，哈、哦，好，詹局长你请回座。我刚刚要求的资料，希望你们能够详细提供。所以本席哦，如果你们再不详细提供哦，我会要求要设立我们的调查委员会哦。所以你们，我是觉得说，不要在那边想要糊弄我们民意代表。在跟委员报告，您刚刚提到那个自救会的成员，其实我们已经接见他们。那刚刚提到他们的诉求，包括是不是有不当的一个诱惑，或者是说不实的。制造财务报表让他可以乘坐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查到属实，我们一定严惩，包括车贩负责人。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啦。我上次咨询的时候讲的那个东西都没有回答，也很难回答了。就是说，到底因为刚刚，比如说你回答，连央行这么专业的副总裁，他都没有办法回答汇率将来会怎么样，他只能够说外国银行的估计会怎么样。结果这个上手银行。他一个规定未到期的契约，他叫你补保证金的时候，是以他预估未来的汇率走势，也就是上手银行在决定你要补多少保证金呢、啊？很多投资者在
还没有亏损，光补保证金，他没有无法补保证金就已经倒闭了，就已经违约了，就被强制平仓了，就造成损失了。可是预估的那个汇率会不会到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啊！所以这一个契约的可怕，在于它的游戏规则跟它的制定过程，完全由决定游戏规则人在决定输赢呐。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契约。我个人以我读法律的这么多年的实务跟我的法律知识，我一直认为 TRF 这个销售不是一个公平的契约。它的不公平存在最上手游戏制定规则的人把利风险都推给下手银行，都推给最后的这个购买人，他自己不用负担风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今天提了一个临时提案，希望你们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把它通过。对于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维护投资人权益，要求尔后复杂性高风险衍生性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使得发行销售非复杂性高风险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请主管机关采正面表列的方式来监理。这一点我们今天财委会就会帮你通过。那我跟你说，我这个通过的目的不是要为难你，因为我本来是直接想要把 TRF 停掉，很多人跟我讲说不要这么冲动，所以我希望主管机关拿出你的义务来，你至少审过这些契约，让购买端的人可以站在稍微公平一点的角度上面订立这个契约，否则无论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在这个契约的能力、法律能力上面，对商品流理上，最后购买端的人都是远远的弱势，他比不上销售端，更比不上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就像采用劳动基准法的基本公司的观念，要奠一个最低的标准，这是我要求你们以后要这类的商品要经过审查通过之后实可贩卖的理由。好，谢谢大家。我刚刚讲的那些资料请你4月7号要记得提供，谢谢。那我们请金管会记得哈，银行名称应该要讲出来。银行名称如果不提出来的话，那银行刚刚提到的曝险是多少，人民怎么去判断呢？那人家买股票怎么买啊？你银行的曝险不买，那你们等于是影响股价。所以刚刚吴委员讲的，我们请金管会在期限内一定要提供啊。好，我们下一位卢秀燕委员。主席，请王主委。哎，主委请。主委，小市民财政哈，这个上个礼拜呢，有一个网络的这个融资平台产生，叫做乡民贷啊 ，P2P。那这个 P2P 呢，它就是做网络银行。那怎么样呢？它做就是说，如果你有钱，你想要借给人家，那他透过这个平台上面铺，就说我有多少钱要借。然后你需要钱的人呢，你也可以上网去借钱。那我想请教一下，像这样的一个网络银行自行开办，那金管会管不管？P2P 哦，我们是在研议是不是要开放，可是因为这个乡民贷它是提供一个平台做私人的金钱借贷跟债权买卖。那如果他没有涉及相关的一个法规，包括例如说存款啊、储值啊，或者是违反金融监理的法令的时候，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在我们管辖中。可是因为他现在刚刚开卖，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密切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在看他的样态，还有他乘坐的内容。但是这个部分就要进一步再去检定，说他到底有没有违反相关的金融法规，包括银行法、电子支付法跟证券交易法、金融资产证券化相关的这个法规。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会处理。好，那第一个呢，就是说目前你们不管他，如果只做借贷的话，不做存款等等其他业务，你们不管。第二个，如果你们不管的话，政府谁来管？那借钱给人家的，在这个平台上呢，用斗气啊，被嘴上贴。那或者是如果说借钱的人他信用不良的话，那谁来征询他啊？才来这个征信他。所以如果政府不管，谁来管？第二个，你认为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告诉民众，如果没人管的话，那这样的话民众不管在上面借或是贷，那这样子有没有风险？
那个风险是一定有的，比如说我们私底下借钱给人家，他也可能会被倒。那我也认为这个如果是提供平台的话，应该是要更审慎，只是相关的法规目前并没有赋予金管会可以去管他，在我们刚刚讲他如果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事实的时候，金管会目前还没有办法介入。那如果说金管会不管，政府没有一个单位可以管的话，哎，那大家都可以当做地下金融业者或网络金融业者啊，我们在场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去搞一个平台，然后变成银行。那银行还需要发什么证照？我只要把我的业务局限在这方面的话，那你就管不着。那政府可以这么消极吗？那你对于小市民，他很可能拿十万块出来借，他更逗气。那或者是啊，有些人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在各个平台上借钱，然后来诈骗。那结果政府也不告诉民众，也不管理的话，那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不同的棋局？应该成立一个专管的单位，就是它可能跟一般的实体银行不一样，没有所谓的包括像这个存款啊等等其他的业务，或是可以买卖金融商品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但是它究竟是一个小型的银行，传统的银行。那像这种的话，我们是另外一种形态的。那我们金管会应该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应该要建制法规，所以你们也不打算建制法规来做管理就是了。我们很认同卢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未来 P2P 相关法规的建制我们现在在研拟当中，然后这个案子我们密切在注意了。那只是说在那个法规还没有公布，你们什么时候要研拟相关法规？因为如果你可以搞个三年法规、五年法规，这段时间呢，就怪人用斗气，而且在上面诈搞诈骗的话，那到时候政府就是太消极作为，纵容这种情形发生嘛。所以你们大概多久会把法规建制出来？这个是不是请银行局来说明一下啊？目前的进度。鲍委员，就是现在这个 P2P 的方向哈。如果我们在大概一两个月内，我们会有个方向确定下来之后，到底是新法规修法，还是在现有的法令上面去处理哈？我们大概近期内会有个方向。你们基本上是倾向管还是不管？基本上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规范在那里啦。基本上应该像大陆这样子哈，有三分之一的哈，P2P 的业者跑路哈，我觉得这个会对民众权益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是，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今天透过，因为这是已经上个礼拜已经这开始了，那这段时间你们准不准备，就是说因为他已经你说一两个月后你才会有法规出来嘛，那你这段时间怎么办呢？你政府是不是要有单位去注意他们，或是处理，或是怎么样，还是放任这一两个月赶快他赶快片片弄完了倒了算呢？鲍委员，他这个说明会我们已经有同仁在现场全程了解整个相关的情形啊，资讯也掌握，他有他的模式，但实际上就是他还没有开始运作了哈，所以我们会密切来观察。是，好，接下来哈，你们这次那个 TRF 的这个有做压力测试，你们这压力测试有19家嘛，对不对？可是我特别注意到这19家完全没有八大公股行库，八大公股行库也有卖 TRF 不是吗？他们卖的量非常非常少。不是，那你如果不做的话，它量少还是有嘛，对不对？有几家几乎是没有做，所以我们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公股行库都做。对，我知道，但是有的你应该叫他做嘛，他还是有嘛，对不对？不然你这东西会有一个什么样东西？只准州官，第一个不公平，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看你这十九家，没有任何一家犯公股行库。结果呢，人家说为什么只对我们做压力测试，所谓的压力，你要压力测试它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这家银行做这个业务可能会产生风险，那所以对于他往来的客户他就会怕啊，这是第一个，可能会给这十九家戴帽子。那然后呢，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这个泛公股银行你就可以豁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有间接图利啊，是什么意思？因为政府好像是在讲啊，公股被斗啊，不管你做什么样衍生性金融商品啊，所以我不会对你做压力测试，你也不会倒，因为政府会给你保。那将来要买这种衍生性商品的人，他怎么敢去跟民间的银行买啊？民营的银行他只敢跟泛公股买，所以你这个也有间接图利跟利倒的情形，就是说就把方向倒到什么地方，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谢谢卢委员的建议。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针对量大的银行去做，那未来如果说这个机制建立我们觉得很好的话，只要乘坐来做也都可以了。是，好，那另外哈，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去年啊就废除了哈三度废除证所税，那当时很重要的理由啊，就是因为大户在那边叫，大户占我们市值就是这个业务量的一半，所以他如果不回来的话可能对股市有影响，所以去年的11月17号我们废除了证所税。那当时啊在废除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回流量是648人，可是并没有达到2012年开征前的1188人。所以我想了解去年废除以后，那因为大家就忙着选举，然后接着呢现在开议，所以大户到底回流的多少到现在为止？这个资讯我们是不是请齐局来说明？好，其实大户的回流大概有两种状况哦，一个就是说他已经把资金移到国外去交易了，那在这些资金看怎么再移回来，这种一种状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大户本身交易的状况，他因为有税的问题等等考虑，他就把交易量减少下来。那现在来讲，要把这一部分的国内交易减少下来，还在国内交易这些人上来的话，我想还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配套措施。那多少人呢？只是其中之一。多少人呢？你开征之前是1188人，那现在到底回了？现在到底回了？大概是700人左右。700个，所以表示还有500个没回来，将近400-500个人没回来。那你这700个人跟你废除之前，我们这648人也才回来50个，那表示你废除证所税，大户才回来50个，那废除干嘛？所以当初跟我们讲废除啊，因为立法院开征了又废除，就废除了以后，你说因为废除呢，他们才会回来，才会带动股市成长。结果呢，他们没回来。我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避险资金进来了，很多热钱进来了，但是那是国外的钱，不是这大户啊。照你这样讲，你等于说这段时间废除以后回来就50个，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一部分来讲，就是说你已经变成另外一种状况，要回到国内的话，其实它的资金成本各方面还要做一些安排，不会那么快进来。但是今天来讲，那你们预估多久会进来？因为从11月、12月、1、2，已经4-5个月的，快半年了。不，还要看半年还不回来。其实还是跑得比谁都快。跑的话，一个礼拜就出去了，回来半年还回不来。因为不好，他当然就是不进场，他直接减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在国内的这些人，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租税环境，让他可以不要再担心这些事情。那租税环境来讲，并不是单单只有证所税的问题，还包括了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们当初都青菜片片呢，说如果把证所税废除，股市大户回来，股市就会我们基本盘就会好。结果现在回来的，现在来的都不是这些。那这样子情形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进来的是来避险的热钱，国外各国的热钱，它不是真正要投资台湾，它是短期进出，它是来避险的，所以它不是对台湾基本盘真正有利。可是真正台湾本土的资金，那么我们真正的大户它并没有回来，那这个情形是很危险的。所以扣掉这些热钱，我们的股市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情形你们要做个研究，为什么废除了证所税竟然还没透过我今天的询答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嘛，才回来50个，太离谱了哈。那但是呢，我们开征之前跑掉1188个，现在偷渡700个，那废除之前跟之后才回来50个，这个数字值得讨论啊。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哦，有请王主委。主委请。如果詹局长要一起上来也可以。局长。黄院长。主委早，局长早。我想今天大家都很关心啊，有关于 TRF 现在损失的金额啊，以及接下来可能要怎么处理啊。请问一下主委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这边讨论 TRF 的时候，金管会啊针对我们目前已经损失的 TRF 的金额所提出来的估计数字是多少？740亿。
那个是你们去引用一个信评公司人民币的汇率要掉到 7.0 以后他所估出来的数字吗？不是，那个时候是讲在1月31号的存储保证金的曝险金额。对啊，我现在在问你的是已经实，就是说可能会发生的损失跟已经实现的损失，你还记不记得金管会那个时候告诉大家的金额是多少？已经发生的损失是那个，请詹局长代答也可以。喂，您提到这个是就是违约的部分哈，违约的部分我们上次提的好像是大概接近三十亿左右哈。那这个数字现在降下来了啦哈。但是您如果提到损失的话哈，可能是不是您说您的意思把一些应该放款的跟那个也是加上去是不是？这个是我上次喊你们以后，你们所提出来给我书面答复的资料，好，目前已经实现的损失，强制平仓的部分72亿，转为暂列应收款的111亿，转为贷款的109亿，现在总共是289亿。那当然啦、这个数字哦，据我的了解，跟市场预估的数字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没有关系啊。你们每一次公布的数字，从之前我说过的，你们曾经估过40亿，后来到60亿，那到最近你们回给我的书面资料所提出来的数字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过了半年以后，还会去继续检视。那这些历史资料啊，都会成为未来检证金管会在针对这一些复杂性衍生性金融商品所可以掌握到的程度，还有你们的金融监理的能力。银行现在获利的是131亿，当然这指的是他就权利金的部分，跟下手银行没有，跟下手的客户还有上手的银行两者之间的差额，他们赚取出来的数额哈，这个是我们今天3月的时候在财委会针对于 TRF 这件事情，你们回答我的书面资料所提出来的数字，我特别把这个数字啊举出来，就是我们会留下历史记录，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针对 TRF 这个损失有多少这件事情，我现在不要花太多时间跟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争论了齁，说你这个数字对还是不对，我相信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整个事情齁会越来越清楚。那我只就针对这个部分只请教一件事情哦，你们提给我的书面资料是被强制平仓已实现的损失是79亿，你们有没有掌握如果不是被强制平仓而是单纯到期，那客户他也没有要求银行把他转做应收账款或者是贷款，他自己直接从口袋拿出来的损失金额是不是有在你们给我的书面答复范围当中？因为你们给我的书面答复范围79亿只有强制平仓的哦，还不包括其他的。是，是不是简短跟委员报告两个事情？您的这个数字是2月的数字啦，所以当然跟1月的数字是有差异哈。是，再來就是那个72可能要扣掉哈。那第二个事情委员垂询的哈，因为这个交易这个商品的历史相当久啊，也有在海外啊，也有一些是投资，有一些是避险啊，所以刚才委员您的第二个问题事实上确实相当难回答啦。没有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给我的数字只有强制平仓嘛？那客户他们自己从口袋拿钱出去的损失，到目前没有掌握，这样对不对？对，但因为他也有收益哈，然后有一些是避险哈，没有关系啊，我们 move on 啊，到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主委或者是局长有没有听过银行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有听过，有没有去查？我们最主要是 KYC、KYD 哈，有没有不当销售商品对客户的一个资格？没有嘛，我现在你根本还不用去处理到 KYC 啊的层次啊，现在是银行根本没有避险的需求，甚至没有在他们外
他们在外销的时候在做的都是用美金，结果是银行去帮客户去编财报，帮他们在海外设置 OBU， 然后这些 paperwork 银行都让没有需求的人做，帮他们把 paperwork 做完了以后再让他们去买 TIF。 你有听过这件事情？我现在的问题很具体啊，你有没有进一步去查？好，我们会去查。你们会去查嘛？齁，好。第二个部分啊，是你们在报告当中提了很多有关于监理的措施如何如何啊，写的都很好啦。我现在问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说，违反了金管会相关的规定以后，下一个问题是 so what？ 这个契约会被认为是无效吗？还是客户可以请求变更契约的内容？还是看金管会查处积极的程度，要不要纠正，要不要罚还，它所会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如果有那个业务人员或者是公司的违法，我们一定严惩，包括到负责人一定要撤换。你说齁，查到的话一定严惩嘛齁？那我刚讲过了齁，一条龙的服务，已经有非常多人提出这样的指控了。刚刚主委也说愿意去查嘛，那我们静待金管会最后调查报告的结果，以及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惩处措施再来论断。现在我的问题很简单啊，就是违反了金管会相关的作业管理规定，它所会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报员，这个行政裁处然后要看具体的违反内容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大损失 3.6 倍，如果违反这个的话，我觉得超过 3.6 倍。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好了，你们是不是有要求在签约的时候要提供中文的翻译本？是在那个103年。好，那如果没有提供的话，法律效果是什么？这应该负相当的一个行政责任。那我指的是就契约而言，当事人可不可以主张契约无效？可不可以请求撤销契约？那个今天这个是民事调处中心的总经理是不是有来？来，请。是，喂，好。哎，张总经理，我应该称你张教授啦，因为我直接请你上来是来帮主委跟局长的，我不要为难他们啊。接下来齁，调处的程序到你们那个地方去处理齁。请问总经理，对于你们接下来金融消费者调处的机制，把这些纷争好好的处理，有没有信心？有。有信心嘛齁，好。接下来你们针对每一个调处的案件，可不可以针对每一个调处的案件，针对银行方跟消费者方做满意度调查？报委员，我们可以做。可以做齁，好，记得齁，这个事情要做满意度调查，最后的数字本席会再跟总经理这边请教。回到刚刚那个法律问题，总经理您的看法是什么？报委员，这个我们要依据个案来看，但如果依据民法，对，那我现在跟你讲的个案很清楚嘛，就是签约的时候没有提供，按照金管会的规定没有提供契约书的中文翻译本，请问这个契约是无效得撤销，还是不会发生任何法律效果？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会个案来审查，看看有没有意思表示错误得撤销的情形。我大概知道你讲的啦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正是因为回到实际上面契约的效力去讨论的时候，存在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才会让目前的整个监理制度它到底有多少瑕疵产生高度的怀疑。我现在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个案哦，那我讲这个个案并不是要帮这个个案的当事人说什么，而是接到太多这样子的申诉了，我对于金管会目前在纸面上面所讲的这一些监理措施的有效性，我事实上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当事人他在4月28号的时候签了英文的契约，没有提供中文翻译本，一直到10月的时候
他问银行说，你是不是应该要提供给我中文翻译本，东西才拿出来？是，这个就很明显的违反了金管会的规定嘛。是。那下一个问题大家要问的是，那违反金管会的规定以后，它所会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他能够寻求的救济是什么？如果对于违反金管会相关的内部监理规定，在消费者端没有确切的法律救济保障的话，那这样子的监理规定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没有，因为时间也到了，我不是不让张总经理回答。不过我对于你们这个中心，我去访视的时候，我有跟你说过，我对你们有高度的期待，希望你们在处理这些类似的争议的时候，真的要发挥功能。谢谢委员，我们尽力而为，谢谢。总经理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做了。好，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执行，赖委员请。主席，各位先请，请一下诸位好吗？诸位，请。赖委员长。诸位你好。那么你刚刚说 TRF 总共损失了740亿，是吧？那个是二月的资料。最新的呢？现在是就存储保证金 Mark to the Market 的话是605亿。那是不是人民币如果不再贬的话，这个损失会再少，还是说？差不多就这个数字。这个就看汇率的波动了。那如果没有再贬，或者是甚至它如果再升的话，那当然损失会更小。可是如果它如果再贬的话，人数大概多少？人数吗？个案上我们现在客数还是整个人数？客数。客数是118。这个都在。未结案的部分，这个都在台湾做的吗？还是说是全我们的银行去大陆做，还是什么的 ？OBU 的东西 ，OBU 的应该有嘛？哈，有。好，同样的，你们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叫什么来着？调处专案委员会，为什么不直接用评议？评议的话，因为现在评议中心是有100万的 binding， 因为这金额太高了。是。好，另外现在同时类似，当然 TRF 不能讲说是一定是。弊案呐、啊，是不是？他是不是弊案呐、啊、？TRF 应该不能称弊案，就风险性高的啦。应该是说，就是说，到底在银行在销售的部分有没有这个不当诱导，甚至有没有告知清楚，甚至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乘坐，那客户是不是了解去买，那是不是在损失的处理上面，是不是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请问你们对于银行的卖任何的金融商品，有没有要求他全程的录影？有没有？部分商品要，部分不用。你们这个都要啊，才不会有说到时候、是要的，到时候回勾勾啊。到时候这个部分是全部都要录影，要录影哦，要录影哦，这个才能够，不然的话以后这个纷争很大的嘛哈。现在大陆有另外一个网，听说也是一个类似老鼠会啊，一个诈欺的，叫一珠宝，听过吧？没有啊，没有。那个局长要不要帮忙一下？你有听过吗？他也没有听过。A B C 的一啊，一珠宝。你们去查一下好吗？一珠宝总共的，他这个比那个更狠了哈！一珠宝总共这个吸金啊，超过500亿人民币，也就超过2500亿台币，90多万人这个受灾了哈，被骗了哈。当然这个在大陆去弄的，那这里面我们请你们去查一下，这个我们台湾人有多少受害？可以吗？可以。E A B C 的 E 哦 ，E 珠宝，好，我们来查。租赁的珠宝就是那个要宝贝的宝哦。这个我们就看到刚才有委员提到 P to P，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我看我念一段哦，你们说银行局的副局长说啊 ，P to P P to P 成立公司向经济部登记，现行法律没有禁止，没有禁止啊。你们要不要管了？请问要不要管了？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乡民贷网络借款公司，这类似网络当铺啊，简单来讲是网络当铺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味道出来了。跟赖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已经在严密监控，包括他第一天开业我们就去了哈。那只是说他是不是违反相关的刚刚提到的一些相关的法令，我们是不是有法可以管？那我们必须要有好的法规制定完了才能够去框他嘛。那现在就是在严密监控的当中。请问你那个对严易 P2P 的对民间的当铺管不管？民间的当铺管不管？当铺不归我们管了、啊。租赁公司管不管？租赁公司经济部管。当铺也是经济部管，这个也是经济部管。这里面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王主委啊，虽然你任期不多，但是问题说不定你又回国也不一定啊。要想一下、啊，想一下，外面老百姓啊，对金管会是比较有信心的，钱的紧力凶山哦、啊。钱的来往，钱在相杀、啊，大家都希望金管会管一管，大家比较放心。所以第三方支付啊，最后也是你们管啊，你们管得到，你们管到后来就把他掐死了，你们管到后来就把他掐死了，就变这个样子。你看好几个长官拼命点头啊，是不是？好几个长官啊，你看位置上长官拼命点头啊，因为你们一管就掐死了。那个对，基本上都掐死了，因为金管会嘛。有金就钱的管嘛，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把它掐死了，几乎都掐死了。第三方支付来看，回答一下，第三方支付现在就不怎么样啊，发展的踢踢踏踏的，就这样子，很清楚啊。鲍文，现在有四家拿到那个营业执照，最近就会有人开业哈、啊，他们应该是要宏图大展哦，往一个很好的路上去发展了、啊。你知道 Apple Pay 吗 ？Android Pay 吗？这个是知道吧？知道。什么时候要引进来台湾？这个不是我们能够主动啦齁、哦、因为它有一个排序在那个地方。但是业界如果要呢，你们开放。要的话齁、哦、我们大概还要再考量一下它那个那个代码化齁、哦。你们倾向于 OK 还是不 OK？ 应不应该在。不是你倾向你比较乐见其成细节再说，还是说嗯这个我们要严加管控，你态度是什么？当然是乐见其成，但是这一个TS。乐见其成 Plus 严加管控。Plus 严加管控，这两个都要，乐见其成加上严加管控。不是这个，就是还在严厉说这个代码化是不是需要在境内啊？啊，我们当然希望境内嘛。是，那如果境内化，时程上会有所耽搁啦。跟委员报告。会耽搁多久？耽搁最主要还是要看 Apple 跟 Android 他们哈，他们还要跟这个业者去接洽。最后一个，我请教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耗顶的事情还在烧了哦，耗顶看起来要烧到礼拜四啊、哦，可是现在慢慢的解盲啊，就里面一直解出来，资料一直出来了哦。这个现在发现说，不是只有翁启惠的女儿卖，他们的高阶主管通通卖，总经理也卖，什么阿布朗当一缸子人都在卖，这个有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有。如果你不清楚，请局长讲一讲。哦，应该有问题，来讲讲。应该是有相关的资料之后，请那个检调来做确认，是不是有这个内部人交易的问题。现在两个点啊，一个是解盲前跟解盲失败前，请问按照法规157证交法157内线交易，解盲前卖有没有内线交易？还是说解盲失败前？解盲失败前当然一定是内线交易，解盲前。算不算？我们请那个来局长。报告员，我想这件事情应该用一个重大讯息的一个产生时点来看。当然是重大讯息、啊，对对对。那解盲只是那件事情揭开了，大家都可以得到讯息了。那这个讯息到底在哪一天成立？所以在法院这边或检察官这边，他会针对重大讯息的成立时点来看。那只要重大时点成立以后。你之前卖出的没有对外揭露之前卖出的，或者说18小时以后公开以后之前卖出的，就都有涉及那些的问题。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讲到证交法讲的规范的这些内部人控管的话，其实他们都按照他的股权申报在卖有异动的情况，在下个月5号前都应该要做申报出来的。没有，现在这些讯息是有揭露的。解盲失败是2月21号嘛？是，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前一个月卖。他因为还没 announce 说我2月21要解盲，他哪一天宣布 announce 哪一天 announce 2月21要解盲哪一天？我觉得
站在一个司法机关的话，他会针对这个重讯，就是解盲这个重讯是哪一天有一些资料出来或怎么样，他会认定一个时点。比如这样讲，我现在不知道了，你手上没有这个资料。他如果宣布，比如说2月1号宣布，2月1号宣布21号解盲，2月1号就是消息重大消息发布，这个对吧？对，没错。所以在这个2月1号之前，或者宣布这个信息以内18个小时以内。你进出买卖基本上都就有可能会涉及，就有可能涉及嘛，是不是？对，所以这些所谓的他的高层啊、总经理啊，什么包括这些什么阿布朗，还包括我们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是认购的哈。另外一件事情，认购你们圈购的，就是当他在公开发行的时候，他指定特定人卖给他，其实这个都很有问题哦。这部分你们查不查？这部分我们不会查。这边不会查，因为这股票本来就可以自由转让的，所以它还没有进到我们市场。恰定特定的，你只讲一半而已哦，还是你没有没有公开发行以后，公开发行以后的股内部人的持股转让才受到我们的规范。他是内部人啊，他要上柜以前，他指定卖给你啊，所以我们卖给一个环保署的，不是那个卫福部里底下的什么什么卫药署。里面的一个长官不是吗？对，那这部分涉及出来修理了、啊，这部分要回归到我们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的相关规范去规范了。相关规范什么？就公务人员能不能在基于职务关系或怎么样去承受这些股票等等，这要回到我们公务人员服务法的规定。好吧，我们相关的事情再来谈吧。谢谢。啊，下一位咨询委员于婉如委员，于委员请。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委员，早安好。可不可以请主委可能对？主委，好，委员长，哎，主委早哈。就说哈 ，TRF 这个案子现在是非常的头痛哈。那本席是非常关心，就说自从在199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衍生性商品造成的金融危机就越来越严重嘛，包含在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这些等等。本席想要询问一下，是说我国目前金管会有没有参与哪些国际组织，是共同探讨这部分的监控跟管理？这个，我们是请银行局。好，银行局再麻烦，谢谢。鲍文，这个金管会目前在银行、证券、保险跟都有参加相关的国际组织啦，以那个银行。而言是，我们是参加会议哈，是那个巴塞的一个相关的会议。嗯哼，巴塞。巴塞啊，那我对，那我相信就是说，这毕竟是用公帑出去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嘛，哈。那在这个之后，我们做了哪一些的动作来去做这个衍生性商品的管控？跟我们报告，我们那个银行局有时常要求我们的驻外单位啊，纽约跟伦敦。他们把美国 CFTC 也好，把美国银行监理机关的相关的资讯都报回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在制定这个法规的时候，都会作为一个参考。了解。那请问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在对于，就是说金管会在对于这个银行他们想要乘坐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原有哪一些管理要点或是法规？我们有一个衍商的管理办法，这个银行局授权下面的一个执法规。是，那想请问一下，这是 TRF 这件承销和这些销售这些等等，有遵循你这个承办的这个法规吗？有，我们有定义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规范哈，包括客户面、商品面哈，以及损失面，以及信用风险面，我们都有做一些相关的规范。是，那可是本席看起来，我觉得这一次 TRF 的问题很严重的是在于说，我们的监督管理有失当。而且法规执行的是非常草率的。好，我举例来说，我这边手上有一个银行办理衍生性金融商品业务内部作业制度及程序管理办法，是来自你们的网站的。好，我随便举一条。好，它在这个第6条的哈这边有提到，就说在销售的时候，事实上要设定客户权益保障措施。那请问这是 TRF 有所谓的客户权益保障措施的条款吗？
这个就是说，银行哈、哦，如果是说对这个商品交易如果有问题了之后，他要去跟主动接洽客户，关怀客户，看客户。那银行有做吗？有。有做，那为什么还这么大的这种风波嘞？跟委员报告，这一次 TRF 最主要在人民币的一个贬值的幅度相当大，发生在去年八月，发生在去年八月跟今年的元月哈，超乎市场的预期啦。那这两波的贬值，使投资人跟金融机构本身都遭遇到相当大的风险。是，那我再另外举一个哈，就是第十一条的第五项哈，这个就比较长了哈。避免业务人员酬金制度及考核原则，要避免直接与特定金融商品销售业绩连结。我们都知道，这是 TRF 的最大的风暴，是在于说银行的从业人员贪心要赚钱。好，那你们去查了吗？他们的这个销售的金额跟他们业绩有没有连带的关系？如果我们化解有这个直接的连结的话，我们依规定，我们一定会处分了。什么规定？就是违反这一个，刚才委员您提到这个条文哦，我们禁止他哈、哦，禁止说银行哈、哦、把这个业务人员的奖金直接跟销售 TRF 跟 DKO 直接做一个连结，这样等于会变相鼓励哈、哦、业务人员这个 TMU 的人员就直接去。我想问一下局长哈、哦，现在这个他们卖这个TRF 的哈获、哦、利。大概是一笔交易是多少？银行的获利？刚才有那个我们有报告的总额哈，如果从103年初到今年2月的话哈，整体银行的话，我们统计是131亿。我想要知道说平均下来一笔交易是获利多少？平均下来，这个、你没有算过吗？我们这个大概我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但是大概也很难这样子去估啊。好，这边有人帮你们算了哈。某银行主管分析，通常一笔100万美元的 TRF 交易，银行可赚到约4万美元的佣金，4万元哈。那所以说，连这个部分你们都没有详查。那我还想再问的就是说，你们有查过从这4万元银行赚到之后，到底从业人员拿到多少的这个佣金吗？或是业绩的奖酬？跟我们报就是说。这个从业人员他必须根据他的一整年的表现遵法，除了 TRF 之外，他还有别的业务，还有别的商品在销售。局长，本席要提醒你，这是关键点，因为整个案子就是贪心，就是贪心哈。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就说哈，本席看你这个报告里面一直提到哈，这个 TRF 衍生性金融商品是所谓的哦具有投资及避险的功能嘛？可是你们又提到这是。高杠杆、高风险的一个这个金融商品哈，那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你们怎么投资？你们怎么定义投资这件事情？就是避险的话，它这个银行要去看它市场上有没有相关的人民币或美金。我在问的是投资，对，你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把避险那一部分扣掉，就是投资的部分。我刚刚就跟你讲过了，好，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的金融风暴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你们还认为这种高杠杆、高风险的产品是投资工具吗？如果在资讯不对称下面，这个东西叫做投机的工具，是谁在投机？跟我们报告，这个商品本身真的也有利润，也可能有很高的风险啦，即便连挂牌的股票。价格涨跌也都会有利润跟风险。本席当然了解啦，吼，我也觉得投资人如果自己投资的时候，他自己要承担风险。但是我在提醒你这件事情，说你的风险、你的资讯是不对称的。是，所以这是投机，这是投机。那我现在想要询问你，现在吼，到目前为止有多少的客数？客数有318哈，未结的只剩下118，处理掉大概近200件啦。好，未结的还有118嘛？哈，是。请问你们先问一下你剩下的，你处理是怎么处理？但最主要是银行跟投资人的协商啦。银行跟投资人协商，那你的角色在哪里？我们是有时候会参与哈，从旁观察哈。如果说银行这个在销售程序里面有瑕疵的话，我们行政前会介入，否则我们是让银行跟客户自主去协商，因为这是一个民事的交易跟契约。是，但是我刚刚就已经一开头就提到，你有法，你有办法，你自己执法不力，你放纵银行去贩售这个产品，你没有问题吗？报告，你有法可以处理你是吗？
所以你就在旁边从旁协助就是了。鲍委，我们一直哈从头一直很关心这个事情，依法我们并没有懈怠啊。好，那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本席就最后提醒你，就是说，从1993年，宝桥跟幸福和 Bankers Trust 就已经有很严重的因为利率的问题。那最后这个判这个是宝桥胜了哈。那这个案子，我希望你参考这样子的一个案子，去帮台湾的投资人做一个公正的处理。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应元委员质询，李委员请来。多谢主席。本院同仁，我们金管会以及央行各位金融界的先进，大家早。主席，我先请中央银行杨副总裁。来，副总裁请来。李委员早，副总裁高赞好。是，这个你有参加这个发展两岸特色金融业务计划，这个计划当然是由金管会负责。是，但是这中间我想要了解中央银行的一个角色。中央银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这个推动小组的成员，是吧？我们协办。对，协办。但是因为中央银行对于汇率、对利息啊。是最高的主管机关啦、所以这个汇率的变动 ，TRF 照理讲是包括人民币，包括很多的，总共有多少货币，多少类的货币可以作为这个 TRF 的一个商品？那主要的八大国家的那个的应该都有嘛，都有嘛，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纯新的商品。那么就这样来讲的话，人民币占整个金额多少？非人民币占整个金额多少？如果以美金计价的话，还是以台币计价的话？你就说是以 TIF、那这个我没有资讯。那个是不是见王主委还有那个银行局詹局长两位是不是也可以上来一下？那杨副总裁，等一下把你照好，我请这问题。这个如果以新台币计价的话，这个 TIF 人民币占多少？非人民币、美金、其他英镑，刚刚就说其他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都有做，像理论上一开始做避险，对不对？但是在很多商品来到台湾都变质了，所以今天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嘛。就先就这个，刚刚我请教这个问题，整个 TIF 这些衍生性商品，人民币的部分占多少？非人民币占多少？局长知道吗？目前 TRF 从民国100年之后，大部分都是人民币的，外币的比例相当低啊，所以几乎是人民币可以忽略，人民币美金最主要就是在那个阶段，因为人民币一直在升值，那所以某种程度避险之外有投机的成分，觉得有利可图，其实是占很重要因素啦。所以据说这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在这边讲 TRF 的事情，那金管会分别103、104，在今年三次处理，不断的提高它的门槛，对不对？好，那个杨主委、杨副总裁哈，各位签稿去。所以人民币的汇率，你怎么看待人民币汇率的风险？你要不要让所有的消费者来了解，这些投资人来了解这件事情？我大概发生问题，就招来个，安尼拢代志安尼，安尼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如果说就103年以前的时候，人民币的一个波动的幅度是比较小，但是呢，它是呈升值的一个趋势，那在104年以后啊，人民币的一个波动幅度呢就加大了。那波动幅度加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风险就越来越大。所以，以总裁你的专业，未来的这个几年，5年。这个人民币这个市场它的波动，这个风险还是非常的高。是的，是不是非常的高？是。我觉得大声一点，是不是非常的高？应该就是说，人民币它要变成国际化的一个货币之后呢，那么它的一个波动幅度呢就会加大。那波动幅度加大的话呢，那就是风险会越来越大。我希望说这句话能够让社会大众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就这个两岸特色金融业务计划这件事情，你推动小组的成员，你认为它的整个成效怎么样？
如果说就两岸之间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贸易跟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关系哦，那所以呢，把人民币到台湾来作为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投资的一个工具。那这个呢，是就人民来讲呢，它在所有的一个主要的一币别里面呢，它是多增加了一个币别来 manage 它的一个 portfolio。对，但是就相关的所谓的 swap 那个部分，现在也还没有签订吧？是还没有，还没有签订嘛？是，所以就说还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正常的处理这些不同币别之间的交易，清算这些事情。所以我想，希望我们的社会还是了解这件事情。谢谢总裁，谢谢副总裁，谢谢，请回座哈、哦，谢谢哈、哦。好，这个，主委哈。哦，所以就整个目前这个整个来讲哈，目前银行大概会损失多少？整个银行本身呢、啊，我想已经损失了，还是说预估会损失的、哎？已经损失多少？预估还会再损失多少？我们现在不是包括自然人，我们都说他如果要购买这个商品有限定，好，局长哈，那最新的规定有说你一定要让消费者这个客户签名画押的，对吧？你最高的损失上限是多少，对不对？对，现在有这样的规定，对不对？是、哦、所以类似这样，所以银行是专业的法人嘛，银行他一定是知道，就银行目前损失是多少，已经多少？跟我们报告、哦、这一个就是说看他的上手嘛，对不对？已经违约的部分、哦、大概是确定客户违约的部分、哦、大概目前到二月底是二十几亿啦、哦、那另外二十几亿美金还是二十几亿人民币？台币，台币二十几亿。那另外刚才报告了哈，那个挂账跟放款的部分哈，这一部分是大概210几亿啊哈、嗯，那这一部分不一定会损失啦、嗯，这一部分要看到最后交易人他是不是有依那个契约去摊还哈、嗯，然后是不是有还款呢、啊？好，再下一张，那个现在有一个概念呐、啊，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断在重复哈，就是说我们的报告，除了你的报告里面也讲哈，我们是专业法人才可以从事这 TIF 交易，对不对？但来陈情都是自然人啊，都是有血有肉有目屎的自然人啊，对，我顶个有讲过啊，对，而且往往都是交情很好的，我的银行，对不对？含你这个 KO 长期的一个业务的关系，所以你知我有在做，在中国做代志，在大陆做生意，所以先知讲我有足侪这个人民币存款，我有这个需要啊，当然我也赚了一些钱，有些存款啊，所以才给他介绍这个商品嘛，哦，啊，有的甚至跟太太讲。啊，甲这个财务经理讲嘛，啊，所以感觉讲啊，这袂歹啊，啊，在那个时候市场边啊，可能也有一挂人趁钱。局长，你讲，因为你对这较了解，是不对啦吼，是不是当时的状况是呢？三局长，所以造成签了很多这样 TIF 的这样的一个契约。是，我对这个了解非常深入了，对不对？对。啊，所以导致，所以我要讲了，我们虽然讲说是专业法人。我们当时也是要求要专业法人，让他有专业知识人才可以做，但实际上签约都是自然人嘛，啊，了解一些东西外公司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是本来不是金融本业嘛，这个专业法人他不能跟我是投资证券、投资金融工具加应该是金融的专业法人，好，这边法人该先讲，哎，我是一个财务经理呢，用外公司到底他怎么变成专业法人？这个有问题，局长。这个所以我们的报告里面，就是主委你的报告里面有讲说，都是法人没有自然人，这句话要更正。你同意吗？这句话不对。主要其实是中小企业的法人，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没有错了，但是我们在讲这个处理金融商品高风险的金融商品，当然是指金融的专业法人嘛。你在投资，对不对？QFII 这些东西都是要这样的人来处理嘛，不是吗？我觉得要更正，这个回去检讨。局长，你干嘛我来讲这对不对？未使讲我中小企业主，我是一个法人，我是一个公司，我们对，我就使做这個，是专业不是？我做 AI 专业，我做保的专业，我做生意的专业，含金融专天差个地啦，这是另外一个误解的地方了。你同意吗？同意回去检讨这件事情吗？好，各位报，我们其实也在修正相关的那个可以乘坐的人的定义啊，未来其实会提高门槛，那也会包括有经验才能做这样子。
所以自然人你要金融的专业法人才能够做，我希望这一点呢，诸位还有局长回去检讨一下。是，好。不，这就会我做一下法人没有做，公司法人没有做，这个法人怎么能够做这种事情呢？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抱怨？香港有没有这样的客诉？局长，香港、新加坡你经常引述，你们里面也讲香港、新加坡有没有这样的客诉？我们理解是有啦。香港、香港有没有像这么样台湾这么普遍？哎，应该量没有。票老会听多，你看那个。你们刚刚有讲的嘛？这个那个所谓的 TF 自救会的投诉啊，是我两没听啊。银行从交割补保证金、强制平仓、取消授信、本票裁定，到强制执行一连串动作、啊，把受灾户一步步推向死亡的幽谷。而金管会胡乱核售，疑惑无辜在先，撇清责任，隔岸观火在后。我相信你一点不忘的，但是。但是香港、新加坡的投资者有做到这样的程度吗？跟我们报告，其实我的了解是新加坡是比较严谨哦，他们比较着重于这个避险的哈、哦、这一部分。那香港的情形应该，我们现在法规规范比香港严很多啦，但是整个市场，台湾跟香港好像差异不是那么大。香港法治是，香港的人守法的习惯了，敲柜烂了，拿来供探边，拿来做过检测了。这个商品都是安尼在在走，人都是安尼走，对不对？是。咱家变到足济人，即句话吓人嘛。青菜也书面。拍摄啊，甲主席阁叫十秒钟。一个理财专员叫这公司的这个财务经理写一个书面，和银行都变到专业法人，导致今天的凄惨嘛。我想这个事情已经谈很多次，都了解这件事情，希望彻底落实法治，彻底修改审查是不是专业的金融法人，金融的专业法人，好不好？以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费宏泰费委员质询，费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啊，各位首长，各位官员哈。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金管会的王祖伟银行局局长。王祖伟局长，来请。范院长。两位早哈，我想这个 TIF 啊，在立法院呢、啊，最早提出质询的就是我，大概在一年半两年前哈、啊，那时候还刚冒出头上来。我们其实回想啊，从九六九七以后啊。银行发生了几个问题，那每隔几年呢、啊，总会发生个问题。九七九八亚洲金融风暴，那不是那是外来给我们的，造成很多的迄今呐、啊，出现了问题啊，贷款那个太高，所以才会有一次二次金改的问题。好不容易把它银行亏了很多钱，社会上倒是间接受了影响，很多公司倒闭，他就员工被资遣，那是间接。到了零四、零五、零六，又出现双卡的问题，现金卡、这个信用卡，又说那个是闹成了社会问题。平常讲，我跟徐忠雄委员的印出来处理的这个事情，当时烧炭的人一大堆啊，银行又亏了很多钱。然后到了零八、零九，华尔街风暴。其实我在零七年的年底就提出来的这个联动债的问题，当时我对联动债强力的去质疑，我记得当时那时候的主委是张秀什么，那时候就陈水扁总统最后一任的金管会主委，我就提出很严重的问题，他说不严重，搞了半天多少人亏了不少钱。银行也亏了不少钱，隔了这几年呢、啊，相对银行的获利啊，都蛮好的，因为没有发生事情。平常讲 TIF 啊，我是觉得哈、啊，也要去面对处理了。请问现在人民币对美金是汇率是多少？3.5。啊？大概六点五左右。6.5到6.48之间嘛，对不对哈？大概是这个数字，我记得好像是。6.48的样子哈，现在的压力测试啊，当然对银行没有什么问题。
会去买 TIF 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公司？我请教两位。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主，中小企业居多了。中小企业的中大型，那个公司啊，没有财务长，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风控长，这种公司啊，就可能会出问题。反而是上市上柜，他有独董，有财务长的公司，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是，就这些公司、啊、可能就会变成新贵上柜的公司。平常讲，我所找我澄清，这两年多找我澄清，就大概属于这样子的公司，我觉得很可惜啊，你知道吗？他们体质都不错，手头上都有一些现金，本业不错，手头上的现金，哎，觉得这边可以再哎去赚赚零下零用钱，他们觉得蛮好的，就投下去啊，那个风险你又不知道有多大，麻烦了、啊，你们要求所有的银行再去做一个这个压力测试啊。6.5会怎么样？6.7会怎么样？6.8会怎么样？6.97会怎么样？把这个讯息啊，我是觉得告诉那些中小企业，让他心里有数，因为这个问题啊，不会像双卡一样变成社会问题，但是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的进步，你知道吗？各会员报告，我们已经要求了，他们3月底以前要报回来。我觉得那种压力测试哈、啊、做出来以后，银行大概亏不到什么钱呐、啊。所以今天有人问银行亏了多少钱，因为那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都还好，亏是亏到那些中小企业主啊，员工拿不到几年，大概几年之内拿不到什么年终奖金了、啊，也不会加薪了、啊，他的企业也不会转型了、啊，间接的影响是我们的税收，我们的。产业的进步啦，是应该是这样子啦，不会造成太多什么烧炭自杀的，会有了，但是不会像双卡那时候那如此的严重。但是你要告诉这企业主，让他知道，他就会评估了。跟费员该认赔杀出的时候他就必须得认赔杀出了。跟费员报，我们其实有要求银行，如果这次在做一个敏感度分析跟压力测试做完的时候，对于相关的客户的损失必须要因应的调解的一个个案，这样子、啊、协助他们来建议你们去思考，因为我不敢强力的要求这样做到底好还是不好，你们自己要评估。每家银行的经理级的人就要出来跟那个客户分别解释，你的压力的测试的结果是这样子。因为这汇率的问题，我刚才有听到我们这个曾委员跟我们央行的副总裁的对话，这个汇率啊，谁也不敢猜了啊，谁也不敢，因为他后面的因素太多，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像这鸵鸟一样，干脆把它掀出来，让大家预先心里很清楚，讲白了啦，让他非常了解他的处境了。该协助他的一定要去协助，否则那些企业我是觉得真的很可惜啊，都是规模还不错的，年营业额十几二十亿的，真的都还不错。真的我觉得这个 TIF 啊，真的我从2年前开始呼吁，我想那时候王副主委，你那时候可能没有到，你是副主委，你不需要到财委会来，真的是这个问题啊，报纸也登过很多次。我在财委会不知道问过多少次这个问题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谢谢委员关心，我们会努力来做。这个谈谈呢、啊，刚才也有委员问到乡民贷哈、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如果处理的不好，影响到的是社会人士，也是大概是个人，到时候会变成社会问题，啊、哦，这个里面呢就。两个大方向，一个是管还是不管，请问你们想管还是不管？你千万不要给我取个中间呢、啊、我先看看它发展完了以后我再说，那个不是选项哦，不可以把它当成我的选项，先观察然后再说。其实世界上已经很多的例子了，对不对哈？中国大陆的例子，美国的例子，日本的例子，
中国大陆的例子，政府现在很头痛啊，政府要不要管？当你政府管的时候啊，那有些人跑掉，那些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成立什么网络公司，那些人跑掉，他就这个责任就是政府的问题咯。我们希望能够纳入规范。好，纳入规范了哈，大陆是有规范，但是大陆政府又不敢去管。3000家大陆3000家这样的公司，1000家出了问题，影响到上百万人。大陆人口多了，如果在台湾影响到100万人，尤其那些拿退休金出来的，我跟你讲，不会有社会问题才怪。你懂我讲的意思吗？这个跟 TF 的金额会比较大，大的很多啊。这个香槟贷相对的没有那么大，如果在银行，我一年亏个100亿、200亿，银行承担得起啦，对不对？他获利3000亿、3500亿，相对1-2百亿，他承担得起嘛？可是这1-2百亿，如果说是集中在那些退休的人，我上个礼拜六两天前了、啊，我在菜场夫就有个人来问我、啊，他刚要退休的，有200万的现金，要怎么处理？我说你要什么存银行？他说有人。他讲不清楚是香槟贷，就要给他200万，一个月给他15000块，换算年利率啊是9%，那当然比银行好的太多了。很多就利用这种，也到时候垮了，他养个医院，哎，我帮你转嫁给他，他跑掉了，我要怎么办？最后就是政府的问题喽。我们把这个英国的关系讲清楚，很多的状况不一样哦。今天银行办这个 P2P 啊，没有问题。啊，银行一定要负责，金额也小，也不大，对银行他没无所谓。可是，不是金融业，有些真是骗子啊，或者是亡命之徒啊，我骗完你怎么样了？骗完你哇，才把钱通通转移了，或者跑掉了。你政府要去抓到他，最多判他什么半年一年的，可是几千万几亿就不见了。所以如果要管，去研究一下我们台湾的国情呢、啊，你不能把美国、日本那套搬到台湾来哦。美国跟日本的老百姓，他有风险的意识哦，他会去想到那不是光要政府帮他负责，他自己要负责哦。大陆参考参考，我们可能是介于美日跟中国大陆中间哦，因此这个法立法，我是绝对要把它想清楚哦，好吗？好，好，谢谢三位，谢谢，请回座，谢谢，好，谢谢，哎，啊，接着下来，请林德福委员咨询。啊，主席。王主委还有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王主委？啊，王主委请。保险局的李局长好不好？保险局哈，好，李局长。叶委员早。早，那个诸位，我想我们都知道，最近有关于这个德翔台北这个货轮啊，在北海岸搁浅漏油的事件哦，那相关的保险与责任险，金管会是否已经有掌握状况？是这个船体险，船体保险就有5家保险公司来承担，包括台湾产险、兆丰、富邦、星光，还有国泰。因为、哦、那个主委啊，那个局长，因为未来、哦、他所有的救援啊、储物的开销啊，还有渔民啊这些渔获的损失等等求偿，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个局长，你们有没有去强烈的要求？是跟委员报告，刚刚主委有报告说，有关船体险的部分是由国内的5家保险公司来承保，但是责任险的部分它是在国外承保。那你们有没有掌握到状况？有，我们有掌握状况，我们会随时在注意这一块的这个理赔的。因为哦，它里面还有这些这个渔民啊，有一些损失的求偿哦，那包括所有救援以及储物的开销，我认为不是只有船体而已啊，对不对？这些哦涵盖很广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金管会保险局啊这方面一定要强烈的去要求主张哦。那局长你请回去，那个主委
我请教你哦，针对 TRF 这个从2014年起，哦，这个陆续处分银行以及采取三波强化的管理，这样的一个行政规范，包括契约期限的限制，交易损失的上限，以及要求客户缴交初期的保证金等等这些机制。那我请问金管会那个主委啊，本国银行在今年3月是否已经完成 TRF 的测试压力？对，他们在月底前一定要完成，所以等他们完成之后会报过来。那后续国银对这个 TRF 定期的压力测试报告，需不需要在每个月啊，这个汇给金管会？需要。一定要给金管会嘛，哈，是不是这样子？是。那我再请教哈，针对中国大陆整个经济情势的研判，根据国发会啊今年3月研究报告表示，展望未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走缓，那人民币啊这个贬值，这个压力剧升，加速资本外流 ，TRF 损失是否再继续扩大？因为这个牵涉到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那对人民币是否会继续走贬？有部分外资认为会继续走贬，甚至于说一美元啊会走贬到人民币只有7元。那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这个美林高盛投资管理部门的首席，这个顾问师啊，这个哈继明认为说，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可能出现，这个突然性的这个大幅贬值。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在3月24号博鳌论坛上表示，不赞成采用，竞争性贬值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过，能够靠过度的这些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对此金管会对今年人民币是否会发生大幅贬值的状况，金管会有没有做一些评估的看法？有，其实跟我们报告，我们要求国银对于人民币的这个压力测试，不是只有对 PRF， 还有包括整个大陆经济体的 GDP， 还有包括他们的授信，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可能汇率的这个部分的风险，所以那个部分的压力测试本来他们就必须要控管，而且我们对他的曝险金额也是有控管的，他不能超过净值的1倍。那目前为止，这些曝险已经从过去的0.70%降到59%，那个，所以是有一定的下降。因为哈，这个金管会曾委托中华经济研究院进行中国大陆经济及金融风险的评估。那当然里面提到中国大陆经济持续的减速，这个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常态。那过去高成长下所掩盖的这些风险可能一一的会呈现出来。因此建议说继续监测中国大陆经济与金融风险，并定时公布。那请问金管会，那个国内有哪几个政府单位定时会公布中国大陆经济与金融风险的评估，可供这些投资人来做一些参考的研究？中华经济研究院，还有金融研训院，还有这个台湾经济研究所，台湾经济研究院，就是四个单位在。对。那个主委啊，3月22日宣布说，民众可用健保卡哦，线上来开证券户。那目前和库等有14家券商提供线上开户的服务，但是有民众认为，开放使用健保卡开证券户可能会涉及医疗个资的外泄这样的风险。那许多弱势啊，行动不便或住在养护机构的，常把这些健保卡交给亲友，甚至于这些机构人员去挂号领药，或留给医院来保管。那若开放做这些证券期货线上的开户，那买卖股票那个盗用的风险就更大。那对此哦，金管会应该不应该要把这些措施解释清楚，以避免外界误解？因为哦，毕竟这个会有部分医疗资料外泄的风险。那甚至于说会不会把这些资料拿去做一些这个股票的操作？
是这个谢委员，其实他是完全的误会哦。那个用健保卡只是作为认证而已，所以那个健保相关的资讯呢，完全是不会用到的。这只是说在提供民众方便性上网可以开户的时候，他的证件其中的一个。包括我们也会录影，还有以前可能是用自然人凭证啦。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用健保卡只是让提供方便，所以相关的什么医疗背后的资讯呢，是完全不会任何的一个泄露的。那这个我们今天会发新闻稿来澄清。我是认为哦，这个部分站在金管会的立场，当然你们应该要把它，这个阐述清楚，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外界是有这样的不同的看法跟误解。是，谢谢那个诸位啊，是因为为彰显政府鼓励重视专利研究的立场，那促进专利申请的意愿，本席认为政府应滚动式来检讨修订，这个发明创作的这些奖励办法。但日前啊，金管会将严拟针对金融科技专利，那提供奖励诱因。那本席建议，若取得这个欧盟、美国的金融科技这些专利，优先应该列为优先补助。你的看法呢？我们非常认同。因为哦，这些发明者在国内及海外申请专利保护，鼓励其保障其科技研究的成果，以促进整个国内产业发展的升级。那我想金管会，你哪时候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具体的方案，这个能够提供，那来立法院来做一些报告。好，金融专利的部分，其实我们前阵子已经有做蛮多的努力，包括说由工会那边设立专案，那我们近期也会开研讨会。那其实在鼓励金融机构自己去开发这个专业，来保有未来发展的这个契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委员刚刚提到的这个相关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努力来做。差不多，那个主委，其实哈，在近期里面，要是你们能够这个将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就是对外阐述说明立场，我认为这个发明创作以及奖励这些办法，要是说能够透过我们贵会的这个运作，也是鼓励让很多民众在这方面他会去这个更精进、更用心的去把它做一些研究。是我们如果有规划好具体措施，我们就会对外说明。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两位，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请回座。下一位，请陈赖素梅委员咨询。我们主席我想请我们的金管会的王主委。王主委，请。委员长，嗨，早。那今天早上，我们很多的委员都很关心，我们那个 TRF 这个相关的一些权益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不当销售的银行哈，我在了解，想要了解有多少家有这种销售 TRF。是不当的。我们过去惩处两次了，所以都惩处了大概九家，然后一共有这个四家被我们停业过。总共才九家吗？是两波，两波九家加九家等于十八家。那目前 有一些是相同的，对，有些是相同的哈。那总共是多少家银行？两个全部加起来吗？要不当的，哎，对。就是 TRF 这个商品之后，大概十多家，对，十来家。是。那我们就是用请他停暂停，然后让严重的话就是停业。那如果有不当的部分，我们就要请他立即改善，限期改善。那我想请问一下哈，针对这个 TRF 当时的利益是说它是可以提供外汇一个避险的一个工具嘛哈，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哈，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那很多的那个企业针对去玩这个 TRF 的时候，也不能说玩了，投资的时候，那它有很多的一个风险，
隐蔽性的风险没有发觉，那么陆陆续续都有被发觉。那当时我们主管机关开放 TRF 的那个条件哈，核准的条件跟规范是什么？那个我们请局长来说明。啊，请局长，张局长。跟委员报告，这是一个外币汇率选择权的商品啦，所以说要跟客户做之前哦，那金融机构他必须哦，第一次要提到他董事会去讨论。那我们主管机关，我们并不针对个别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来核准。哦，所以我们当时都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相关的规范，然后任凭现在像滚雪球一样陆陆续续发生问题，我们才发现这个问题，才来关心这个问题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有规范哈，从那个交易人的资格哈，从整个商品销售的程序，从那个最大的风险都有规范。这一波的问题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这个我会觉得奇怪，这当时设定这样子的游戏规则，这种制度的时候，它就有问题啊。像假设我们企业主要进场去玩的时候，要进去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规定，所有的主导权都是在银行。那银行他有权觉得这样子对本身不利的时候，大概亏损到某一个停损点，他就可以退场。可反而是我们这些进场的这些企业投资客，他进去的时候，他有合约的一个限制，他就算知道自己会有状况了，想要退场他也不能退场，那这样子的公平性在哪里呢？鲍文他可以退场了，只不过他退场的时候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了。对啊，你刚才讲嘛，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询问的问题，这就有不对等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争议，不是吗？跟委员报告，基本上这是一个选择权的商品，那客户在这里面他有卖出选择权的部位，所以当价格走势对于客户不利的时候，他就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再加上有期数有杠杆，使客户的风险更大。但基本上他是一个，对，你刚才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获利的话他就本金可以汇差，但是呢当我们这些自然人的专业客户他亏损的时候，他除了本金乘以汇差之外，他还要乘以杠杆的倍数。但是这一个在交易的时候，金融机构依照规定应该都已经把客户可能承担跟面临的风险也都告知客户了，所以这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个那现在我们想要询问的是，所谓的告知客户，银行为了想要销售员想要卖这个商品，很多的客户是并不知道这个他们会未来隐藏的风险在哪里，他并不知道就买了，这可能认知上面有差异。我相信的确有些客户他没有办法正确去认知这个风险在哪里啦。不过依照我们的规范，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都应该把客户可能面临的风险跟损失都告诉客户，然后都应该，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的时候怎么办呢？而且要签署相关的文件，要录音或录影。所以其实好，现在问到重点了，请你们先去查一下他卖出这些商品有没有按照您刚刚提的录音录影，然后让我们这些要购买的这些企业的投资知道这个所有的契约内容，请你去查一下可以吗？请相关单位去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帮我查一下，我们现在委员提出的都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他没有依照我们的规范的话，我们会行政惩处了。行政惩处而已，那消费者的利益在哪里？投资客的利益在哪里呢？购买者的利益在哪里呢？那他的保障在哪里呢？那是一个跟委包，那是一个民事上的，如果他没有遵守行政规范的话，我相信在和解或者在协谈的时候，对客户是有利的啦。那我们近年来银行销售 TRF 的那个例子里面太多的一个争议了，那已经有那么多的争议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办法让我们这些消费者有保障吗？跟委员报告，其实您刚刚提到那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精简。那银行如果没有按照那个告知上讲得很清楚，或者是客户因为不了解而买，
银行没有善尽他的责任。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行政的处理是包括可能停止贩售，包括撤换负责人。如果这个在契约上是可能造成刚刚黄国昌委员这个契约如果没有因为这样是没有binding的话，那个损失应该是由银行来承担，相关的责任必须要有法律上去做认定。所以这个消费者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评议中心，要做一个专案的调处，所有未解决的案例呢，都会跑到那边去。你现在讲的调处是已经发生的嘛，对不对？还未发生的呢？未发生的部分，我们其实就已经改了相关的，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你要录音录影，然后你要告知客户，还有未来这个风险，它要有敏感度分析。如果这个汇率波动到哪里的话，你个别损失是什么？这边如果我们有查到他没有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会延处。好，那另外现在就是过去自然人的专业客户可以就 TRF 进行投资，那现在虽然已经改为专业法人客户才可以进行投资嘛，对不对？那总资产是说有一亿元的限制，但是对于所谓的专业的条件认定是什么？这个部分我们关单纯就是看钱的部分吗？对，我们也已经在检讨了，未来会根据他是不是有金融，而且是有衍生金融商品的交易经验哦，这个我们会再做一个定义上的检讨，然后会重新公布。因为本席所质疑的是，就现况来看 ，TRF 后续是否潜藏着更大的风险？假设说这个客户去购买这个所谓的您这个 TRF 这个商品，而让他赔钱的时候，那么他这个企业主很可能他也有本身也有银行贷款，而影响他贷款的一个还款能力，那么银行势必也会做紧缩，然后让他承受这种的损失，面对的这个有可能会更严重的倒闭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延伸会很大呢，您知道吗？好，这个我们了解，我们请局长说明。报文，这个协助中小企业能够持续稳定经营是第一要务啊，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也曾经对外公开宣示啊，希望说银行本依征授信原则啊，如果对于有继续经营的一个中小企业啊，希望能够给他继续的协助啊，比如说放款啊，或者转列暂收款啊，让他不要有时间紧迫上的一个资金上的压力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也有注意到，是啊。那我希望我们金管会能够在 TRF 这个商品已经有发生这么多的争议，而且我们的自然人还有以前的、现在、过去到现在已经亏损那么多，还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案件还未报哈。那我希望能够善尽我们监督以及管理之责。那另外我要提的就是，之前我有提过，我们关于我们类似我们有个补习班恶意倒账之后，那么我们金管会的那个要求，金管会的责任就是这些跟补习班之间的贷款是由银行或者是放款的融资公司，但是呢，银行这个部分我们金管会是有办法可以去做一个监督，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很多的融资公司，我们金管会说他没有存款，所以没有办法管理。那我觉得很奇怪，人家当铺都有法可以管，我们这个融资还有刚刚放款都没有办法归金管会这边做一个处理，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那个消费者是很不公平的。那我也希望我们那个主委哈不要一下就把它推掉了哈，因为这个融资公司背后一定是银行，所以从银行那边你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协助，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三位，谢谢，谢谢，好，谢谢。下位请徐国勇委员咨询，请。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诸位，还有我们副总裁，好吗？请王主委，还有杨副总裁。谢院长。诸位副总裁，其实今天我为什么排这个 TRF 的专案报告，最重要就是希望要有个解决之道啦，因为这才是真正我们这个会议的真正的重点。所以我在整篇的业务报告里面这个专案报告里面，我很遗憾没有看到该有的资讯，因为这一件事情 TRF 是从我们业务报告老早就很多人在问，很多人在
希望能够知道了解的，可是这个资讯竟然会这么慢，你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把它统整完毕。还有，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解决之道在哪里，似乎也没有从银行里面汇整出来，而且更遗憾的是，似乎还在替银行隐瞒一些事实，譬如说连名称他们到底卖了多少，可能会曝显多少，这些资讯都没有，所以这是相当遗憾的。那假如这样子的话，那可能要再排一天呐、啊，或者再排一个下午，不是要再来一次吗？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先请教副总裁。副总裁是 ，TIF 是你们核定的吗？我们对于外汇的，对于外汇的衍生性商品，在跟货币政策、跟汇率政策有关的，这个我们。是你们核定的，没错嘛？对，八十二年你们核定的。我们很早就那个。核定了以后，你们有没有好好追踪一下？虽然看起来是金管会主管一些执行面，可是既然是你们核定的，执行怎么追踪，似乎没有看到央行有一些积极的作为。所以我在这里要跟你讲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受害者。包括要投资的或要避险的，我们分为这两大部门的话，对中央银行有一些怨言，因为你们没有尽到追踪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执行不是你们的，要去考核啦，这些都不是你们，可是你们有这个责任，因为是你们核定的。报告委员，这个 TRF 的这个问题啊，是在103年，民国103年以后才比较严重。那基本上呢，我们中央银行的一个责任呢，我们金管会跟中央银行有一个联系小组会议。那在这个联系小组会议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会来建议。你们没有对外提出一些警示嘛？你们央行既然是你们核定的，就要处理嘛。好，我只是提醒你，中央银行该做的事情不要忽略了，这一部分人民会受害。你们有间接的责任，尤其在当时核定的时候，包括这些问题都没有好好的把资讯揭露。核定的里面，譬如一个期间，银行输了马上可以退场，可以终止合约。那买了 TIF 的人，还有合约绑死了两年才可以退。像这种，你们都没有尽到应该有的对消费者的责任。要提醒你们。我们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从衍生性金融商品，从联动债一直到现在，有多少人受害？你请回，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王主委。那刚刚业务报告的这些资讯揭露的不够透明，我希望你回去，有关到底强制平仓的金额，刚刚有问的有提到，大概72亿啦，啊，案件累积是怎么77亿，讲了一堆。我们希望能够见之于文书，真正的数字要出来。另外呢，违约的件数、金额、个别争议处理的情形，是不是能够列表出来？啊，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出来。王主委，这个、多久可以做到？多久？两个礼拜。两个礼拜，那阿顾，你本来跟我，本来你们不是有打电话来讲说？希望如果这个会改到礼拜四的话，你们就可以提供资料吗？啊，怎么搞成又要两个礼拜？哎，局长，请，你拜托的，你嘛唔当愈拖愈久。报委，报委，不，报委，那个哦，吴委员要求的本来是四月初了，我现在说明一下，对不对？因为您排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哦，快马加鞭。没有排，你们就不快马加鞭。不是，他本来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月，那我们现在尽量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内把这些数字来补齐。一礼拜啦，较紧的，好不好？好，快马加鞭一下。现在很多受害者都已经忍不住了，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个处理的机制。我们要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回事才能够处理嘛？还有，不要再把银行什么圈圈银行、叉叉银行啊，拜托你哦。这些银行如果曝险都不出来的话，那人家会怀疑说，欸，你是在护航银行啊，因为这一些曝险也会产生你们股价的问题，哪要买股票，你那个淹没哦。不，鲍文，这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上次是特别提到去识别化了，嗯，哦，所以我们才把这个拿掉。上次是有特别提到说去识别化。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什么，银行本来就应该要跟
社会大众宣布说我们到底卖了多少 TIF， 本来就要宣布的嘛，本来就应该揭露给这些要买股票的这些股民知道嘛，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好、哦，这个要记住。好，再来，诸位，我要再请教你，刚刚提到说 TIF 买的有投资，那么另外有的是避险，所以换句话讲，这些投资的人就不是专业法人啊，告诉你啦，很多人啊，看起来你给我们的资料是说我们没有自然人，都是法人。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法人多容易成立啊！一家公司，公司法怎么规定的？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个？一个，一个，那一个一人公司，请问跟自然人有什么不一样？有啥不讲啦？你讲我快听。所以我要跟你们讲，公司法都已经改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一个中小企业，大家喜欢当董事长啊，所以啊，公司法都改为一个人就可以当董事长。所以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在很多部分跟自然人其实是重叠的啦，就是一个人而已啦，甚至就是一个家族啦，让你以前的有限公司也不过七个人啦，五个人就可以成立有限公司，都是家族嘛，大概都是五个到七个八个都已经最多了啦。所以我今天这一点告诉你，就是说所谓的什么专业法人，讲个难听话，其实一个字啦，一个字太粗鲁，改两个字叫空气啦，在放空气啦，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所以在这里我要具体提出一个建议，我希望能够下一次能够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有一些是真的投资的，想多赚一点利息，所以很多银行很可恶的帮忙他们去做海外的协助，一些 OBU 的成立，然后让他们可以买 TIF。 另外呢，有一些是真正要避险的，这些中小企业真正要避险的很多是在中国，因为设有公司，所以他们才要买这个 TIF。 但 TIF 根本都是人民币嘛，不然其实美金就可以处理啦，他们买美金就好了，很多美金的外汇他们操作很久了，台湾已经用美金这么久，全世界都用美金，每个人都很熟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第二个部分。所以这两个部门的处理方法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同样用一个方法在处理的时候，对于这些真正的中小企业，在中国设有工厂的，有的规模还不小的，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尤其现在最可恶的是银行抽人家的银根，叫人家要增加保证金，人家这些人真正要避险的，他们了解，他们愿意认赔杀出的时候，你要给人家时间赚一点钱，慢慢的赔，慢慢的去处理，就不是盖了被人台游戏，你银行只想到自己。所以我具体建议说，这两个部分有关投资的部分，你们应该要停售，就是这些所谓的甚至都是自然人，假的法人。我可以这么讲，形式是法人，而实质是自然人的，你们应该要停售。你们要调整认定标准，什么叫专业？很多人都提到了。还有，你们要介入协商每个受害个案，因为这些有一些个人，欧巴桑、欧弟桑，现在曾经成立一家公司，然后买了 OBU， 然后就出了这些问题，这个是要处理的。这个处理的方式，他们是要一次处理，像大手术一样一次处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不能一次处理，你一次处理，这些企业本来可以活下去的，就是高雅，就死掉了。这些就是我提的，他们是真正有在做生意的，是在做国贸的，有进出口的这一些，那你们，我希望你们要怎么处理？第一个，不要抽银根。现在很多银行很可恶，在抽银根。我这边一大堆都是陈情书，我懒得一一告诉你们，一大堆。他们说我们认赔啊，我问赔嘛紧啊，你阿红会喘气啊，生意会继续做，我都继续做，我都赚钱，你都当个处理。所以不要抽银根，要维持贷款的额度。有的银行更可恶，有一些贷款处理了以后，怕贷款额度也降低了什么的，跟抽银根一样。另外呢，我们希望说协调银行拉长到还款的时间，让他们生意可以好好做。这两部分我希望在下一次的报告我会给你们一些公文，希望你们要回答我，这个要分开来处理，一定要分开来处理，这样子我们中小企业才能够活下去，不然的话对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影响会非常的巨大。所以我是排这个，最主要是希望你们要拿出处理的方式，你们处理的怎么去处理，而你们没有做到。另外呢，
我希望在处理的过程里面，消费中心要注意听着，没有请你们上来。你们在处理很多的消费纠纷的时候，评议中心啊，那些评议案件的时候，你们被法院撤销的件数，人家有意见撤销的件数竟然达到将近一半，40几%，而被撤销的件数就是因为你们的认定事实跟法院的认定事实不一样。那为什么跟法院的认定事实不一样？就是你们的认定事实都根据业者所推荐的这些专业人士，所以产生了这些问题。所以表示你们找的这些专家学者所认定的事实有问题，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去讨论一下这些专家学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偏向财团、偏向金融业者。哦，这是我们在处理这些条处的时候，希望主委、我们银行局要特别注意。哦，这是我今天特别苦口婆心，希望你们能够了解的。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三位，请回座。我们现在人到休息5分钟。谢谢林进宪委员，好，谢谢。
好，我们请各位官员请回座啊，我们继续我们的答询。我们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质询，林委员请。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王主委。主委，请。委员长。主委长，请教主委啊 ，TRF 在台湾是哪一年开始卖啊？95年。啊？95年。95年开始卖嘛，哈。是。95年，然后金管会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啊？啊？金管会啊，什么时候开始处理 TRF 的问题？2014年嘛，对不对？对，103年开始。你看他在台湾卖了8年呢，卖了7、8年，金管会才开始发现 TRF 的问题嘛。以前是没有做人民币啦，那这个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大幅波动所造成的。当然嘛。对。TRF 它本来就是高杠杆、高风险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时候爆炸，而是能不能卖，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卖，能不能卖这种东西。它基本上最重要是类似资讯不对称嘛，你投资者根本不了解你的风险所在，投资者有时候甚至根本不了解你买的 TRF 到底什么东西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多投资者的感受是这样，赚钱当然是没话说了，那一赔钱呐、啊，才发现说哇，原来是这么样，赔的无上限啊。那纠纷就来了，95年开始卖，金管会104年，卖103年才开始处理。那我看，在王主委在3月的时候有说过哈，那针对目前的纠纷呐、啊。要设立新的调处机制，是不是这样子？是。好，那新的调处机制、啊、要怎么样来调处？有多少件呢、啊？有多少件申请呢、啊？目前因为还没有开始，我们4月中才会开始受理哦。那目前还没有结案的话，大概是118件。118件嘛。好，那大概可不可以再问你一次哈、哦？大概 TIF 损失多少啊？目前有多少？预估啦，你看一下。如果刚刚讲是整个目前的话，我们到2月为止是605亿。那银行的损失呢？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大概是提列背离贷让大概77亿这样。77亿哈。有的媒体估啊，潜在风险可能高达2000亿。也有人投资人预言啊，台湾的 TRF 总曝险金额好几千亿，上看兆元，不晓得啦。但是我想请问你，有人预估啦，如果 TRF 的地雷正式爆炸，很有可能会成为蔡英文林权新政府上任后第一个要面对的金融风暴，你同不同意？如果依照我们这三波处理下来，还有包括最近的这个封管措施的话呢，过去所估的那个好几千亿或者上兆金额应该不会是这么大，因为我们有做刚刚有报告，我们有做敏感度分析，要求所有的银行针对他的客户还有银行自己必须做每一个月，现在每一个月开始必须要做压力测试。所以，而且很多的契约也即将到期了。那过去这个相关的案件，现在也处理的差不多的话，我们认为那个损失应该不会这么大。所以你认为，保险金额600多亿还好？当然不是还好，我们会尽量来让它下降。而且这个600多亿也不一定是全部都会损失。大部分啊 ，TIF 的旧合约应该是在。这个月都到期了哦，就金管会应该在月底可以再进一步的掌握，是大概投资者损失的状况了，是不是这样的？是。那银行啊，贵会的前主委，我们曾委员也在现场啊，他也曾经说过哈、哦，大概去年啊，台湾的银行整体获利业啊可以创下新高了，
可以赚5000多亿啊，5450亿。我不知道后来实际状况如何了。5400多亿是整个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机构赚5000多亿嘛。好，那其中啦哈，卖了 TIF 这些、DKO 这些，大概赚多少钱？刚刚有提到权利金是113亿，赚100多亿嘛。嗯。好，那银行因为 TIF 的损失大概有70几亿。提列背抵债账部分目前。所以银行在这方面大概还是赚钱的，而且这个不一定全部都会发生损失，因为有一些保证。所以银行啊赚翻了、几乎可以确定了，是不是这样子？很好赚嘛、对不对？其实银行也是有损失啊，不能说它赚翻了。100多亿啊，确定入袋，那背抵损失呢？70几亿，搞不好还不会那么多嘛啊。那你说？对银行曾经做出裁处有没有？因为在他贩卖的过程，就我们所接获到一些投资者的投诉了，大概都发生啊，比如说银行会隐瞒风险啊，银行呢并没有充分的说明，甚至有些就只给英文版，也没有中文的一些解释，那造成很多投资者呢。很不甘愿。那其实金管会不会对银行裁处啊，你们也认为银行有疏忽的地方，对不对？这个部分因为我刚刚也有说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精简，那精简回来之后，如果发现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严惩，包括说停业或者是说撤换负责人。但是金管会也说了，说到现在为止你们已经做了几波的惩处了嘛，有没有？两波的惩处，两波惩处嘛，对，好，罚了好像18家，各9家银行，对不对？全部加起来10几家，对。罚多少钱？罚多少钱呢、那个请，是不是请银行局局长说明？报员，第一波哈、罚是200万，但是还有停业。第二波也有停止承做业务的啦，停业是比罚款还来得重。停什么业？停止他承做这个 TIF 这类商品。TIF 还有人买，你停业有什么意义？第一波哦，有啊，那个第一罚200万。对，这样合乎比例原则吗？不，这个是我们。这样银行怎么会怕呢？对，这鲍文，其实三波下来，整个 TIF 的交易量哦。都已经下来，如果没有这三波的话，我想今天 TIF 我觉得啊，如果认定银行在销售 TIF 的过程有重大疏失，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那里面就应该负起责任，是你要裁处重罚，更何况去年各金融机构赚那么多钱，获利创新高呢，赚了5000多亿呢，赚了5400多亿呢。跟委员报告，重罚是应该的，但是 TIF 他赚100多亿，违规的，如果不是停业，罚个几百万，那哪会怕你啊？跟委员报告，重罚是应该，但是其实那个制度面的改进跟变革其实也相当重要啊。什么变革？制度面比如说我们第三波的时候，要求最大损失上限。要求对每一个客户的一个风险做一个上限然后把期限定为原则上1年，这一些制度上的变革对整体风险的控管也有意义啊。这些变革 TIF 没发生之前没有吗？这些我们请问没有吗？我们是逐步来改进来加上去的了。所以它是违法在卖嘛？这个是合法的商品，是合法的商品，程序的问题嘛？是。比如说，还有教投资者去虚设 OBU， 如果有查到这个，我们会严惩的。如果查到这种事情，严惩就是罚200万啊。最高哪一家银行罚多少钱？最高是停业乘坐1年的一个 TIF。那这样银行感受怎么样？他怎么会有？他不会有任何感觉吧？停业对银行来讲还是蛮重的一个处罚了。那 TIF 早就投资者怕死了，
你叫他停止卖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投资者罚钱比较实在吧？是，不，投资者、啊、所以都没有罚钱的、啊。有罚多少钱？罚款呢？罚款就是200万，刚刚给我最高罚200万、啊、你不要你妈笑死人了不？银行光 TIF 赚100多亿，结果你违法的，你财罚最高只罚200万，那这样，我跟你说，台湾的金融，台湾的这种，抱歉，也有400万的哈、哦。400万，对，400万跟200万有差别吗？台湾像这样的金融炸弹啊，以后啊会持续发生啊。那相关负责人呢，准备做什么处罚？如果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话，金保法有相关的规范啊，最重可以撤换负责人哦。那么移送法办，他这个不一定有刑责了哈。如果你撤换负责人，这次会不会负责人被撤换？你看，这个要看以后的一个。这一次会不会了？你预估了会不会？我预估不会啦，没有人会被撤换啦，大家都 happy 啦，罚钱的最高罚400万啦，停业最高的停业一年，那你怎么去管银行呢？台湾类似这样的炸弹啦，还会有啦。我们主席站起来了哈，我时间到了。你身为国家的，你应该看守好。要严格的来监管这银行，只管赚钱，不管投资者的死活。好，谢谢主委，谢谢主席。好，接下来江启臣委员不在，陈廷辉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不在，徐正惠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萧美琴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王龙章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张立尚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员，主席可否请王立领王主委？主委请。王主委你好。我今天谈到目标可赎回原期契约 TRF， 那事实上这个在之前、啊、可以说是吵得沸沸扬扬、啊、甚至有信评机构说、哦、这个部分、哦、没有那么好解决、啊、因为那时候人民币、啊、对美元、啊、它是往下贬值的、啊、如果、啊、假设、啊、这个1美元、啊、兑换1美元兑换这个7块的这个人民币啊，那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就大掉啊！当初算一算，大概可能有1000多亿啊，啊，1000多亿谁来担起这个责任？不是银行就是客户嘛，哈、啊。那客户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哈、啊。但截至目前为止啊，大概还有多少的这个契约还没有完全停止掉了？啊，换言之啊，客户现在还有大概这个有去做 TRF 的，大概有总数大概有多少？我们是不是请银行局局长说？好，请局长哈，张局长。张局长，是，报委员，这个我们的客户数大概是接近那个，接近2600位左右了。2600位，对。那后来啊，大概有出的事情有去面对，大概有协商了哈。是啊，有协商，事实上能协商，有的切断就切断了啦。啊，银行退回去自己风险自己担嘛哈。但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处理的哈。事实上
大家都是很清楚嘛，银行再给你额度，再把时间 extend 往后延期嘛。那我在这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内行的都知道了，那是因为人民币最近啊，它这个资贬反升，有升了一点点，有升了一点点啊。如果那个局势啊持续的恶化，人民币因为从大概七八年前啊，大家都是对人民币都觉得是看升嘛。第一个，人民币不会倒嘛，对不对？啊，他这个在国外借的钱啊，美国跟他借的这个债非常非常多嘛，感觉很稳啊。可是如果人民币跌到贬到一美元兑换七块人民币的时候，好，我们现在假设了沙盘推演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来面对今天这个情况？鲍文，这个会议有估计，去年年底哈，如果像委员提到这种情形，他估计我们的最大损失大概是790亿啦，790亿，我目前接近快，他讲1000亿啦，对，所以目前看来是人民币是维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现在人民币的中间区价大概是多少？在6.5左右吧。6.5左右啊，事实上它那个一般，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客户啦。大概回顾到七八年前啊，每个人都赚钱，通通没有什么 TRF 的问题啦。我想请教嘛，大概在103年开始出问题的。100年前有没有人因为做这个 TRF， 然后在那边吵，在那边闹的？没有、啊，因为都获利，所以有时候持平要讲啊，就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啊，要多多加强训练。还有一个就是哦，大家不断啊，在顺境里面都赚钱呐、啊，大概把旧 key 楼啦，业务员哦 key 灰啦，他就想说哇，好好赚哦，哪一个客户哦有报大概都有赚呐、啊，好像比这个股市还好，股市涨涨跌跌都很不一定啊，有时候还要参与除权呐、啊。配股配息什么很麻烦呐、啊，啊，他那个进去了以后啊，从民国大概95年开始吧，大家一路吃甜头啦，坦白讲就是这样子啦。然后业务员他一定拼嘛，他马上客户接到他那个红利，那个叫做什么奖金呐、啊，他马上就有了嘛。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回归来啊，对于现在 TRF 这个衍生性类似的金融商品哦，我们会不会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那怎么管制？是从人的方面管制，还是从法人公司的部分来管制？好，还是从银行的业务人员，好，银行的这个源头来管制？各位请说明一下。鲍文，其实我们这几端都有管制哦。首先，业务员他的奖酬不能跟特定商品连结，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TIF 大概是全世界规范哦，应该是算相当的。我不敢讲最严格，相当严格的啦，包括期初保证金，包括交易年限，包括最大损失上限，包括前行跟个别客户风险的控管哦，我想应该是规范相当严格的啦。是啦，我经过哈这三波的这个处理以后，我看真的是变得很严格了哈。那在过去乘坐的27家本土银行，加上2家的外商银行，现在的情况哦，继续在做这个 TRF 相关业务有几家？那个加速哦，应该降低来了哈。最主要有一点是期初保证金，我们现在明文规定哦，如果要做的话，客户要限时拿出哈这个大概2%的期初保证金。这个金额2%。2%。如果名目本金100万的话，大概要1000多万新台币哈。对。然后我们再加上它年限，以前都2年的哈，我们现在规定1年啊。第二个就是说最大损失上限哈，3.6倍，这个都是在市场还没有大幅波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规范了。以上。对，3.6倍嘛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民国100年的时候有没有限制这个赔付的几倍的赔付？没有，都没有嘛。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参与的这些客户哈。可能有一些银行也未善尽告知之责啦，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哎、欸，他那个上去无上限的，但有时候很可怕的、欸。假设人民币贬到、喔、10块钱人民币兑换一美元的时候啊，那这些全部尸骨无存了、啊，因为上去是无限的扩大，甚至银行都会中枪啊。
好，所以我想啊，这经过这一次啊，刚好人民币它现在比较回稳了哈，刚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好，不过对于这些受伤的一般的自然人啊，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真的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银行局啊，这边可以多多辅导他们，至少给他们一条生路来走啊。不然我看到很多的来检举的哈，来投诉的案例也很多了，有的是太太哦打拼，太太先生啊打拼了一辈子哈，哦已经哦欲哭无泪了啦，十几亿都赔掉了。哦，不过还好，我看用哎哈，还撑在那个地方啊，啊，有的已经被查扣啦、啊，哦，被什么那个房子可能都要被拍卖啦、啊、什么的，因为当初应该有联保嘛。好，我们希望说尽量啊哈，啊还好，去年这个银行也大概都赚了大概3600多亿啊，前年表现业绩都还不错了哈。我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当然要加强这个风险的这个宣导。但是对中小企业的部分啊，我们希望这个政府主办哈、啊、主管机关、啊、能多多予以协助啊，毕竟他们有的真的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啊。好、啊，谢谢。好，那另外请教一下，就是哦，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资本市场啊，股市啊，最近啊钱潮滚滚哈，从外面滚进来了哈、啊。等一下是不是也请那个央行副总裁啊也一起一并哈、啊？那看到那么多的资金进来哈、啊。又喜欢又害怕、哦、那进来的时候上冲下洗啊，像主委、哦、那个量啊急缩到剩下580亿啦，就上去了以后大家也怕怕的、哦、外资如果一下子撤退的时候台湾、哦、这个无稽之谈，也没有什么基本面、哦、什么都差，赵峰的蔡董事长说台湾可能面临未来的四低啊，就业低低啦，出口低啦，薪资低啦，哦，低低低低低，就环境那么差的情况下，股市不断的涨哦。那主委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风险概念要提醒大家？还有4月15号，国安基金即将可能面对退场的风险，哦，那等一下上去又套惨了一堆人，怎么办？还是现在政府有准备在520制造一波这个520的庆祝行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明？跟委员报告，那个上个礼拜五的量急缩，我们觉得其实是因为欧美它因为那个耶稣受难日，所以他们没有交易，其实有影响到一些量啊。那个外资其实在汇入的部分呢，它其实还是净汇入的，所以我们也在持续观察这个礼拜到底如何。那前一阵子的量其实是扩大到800到1000，其实是稳定的哈，所以我们是觉得还可以再观察。那当然就是说在目前很多具体的措施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让那个量能持续能够扩大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好几套，有没有接货指示啊？有要来一个520的庆祝行情？没有，没有啊。我觉得目前好，谢谢，请副总裁啊，副总，我想资金啊，最近持续不断的汇入啊，大概累积啊，今年度大概汇入的金额多少？进来台湾都是做什么使用？资金哈、哦，那个进来这个，如果说按照那个金管会的数据哈、哦，大概就是有1500亿左右了哈。哦那大部分都是有投入股市，所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再持续再继续下去？这个很难说了哈，因为它外资呢，一般来讲呢，它也是波段式的一个操作哈，有些时候是很密集的。很难说，那我再请一下，有些时候也密集的出去。新台币现在还没有升值的空间。新台币呢是应该是就是有升有贬呐，有升有贬。这大概呢？现在是多少对一美元？大概是在32.7左右。32.7，所以央行会持稳这个底线。基本上，不是说，因为你如果涨到30块，外资还是就持续不断的汇入啊。对，它股市也要赚啊，它这个汇市它也要赚啊。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汇市啊能够稳定，我们是希望这样。稳定啊，是不是？好好，谢谢。啊，我们先宣布向委员会报告，我们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我们全部的议程结束为止。那11:50，议事人员。
可以先把便当发放给所有的人员，那便当发下去就可以吃了，不要等到回去再吃，身体要紧，这人权，所以大家不必客气，便当发下来就可以吃。好，接下来我们请江永昌委员质询。江委员请。请那个央行的副总裁。还有副总裁请。好，谢谢。江委员 好。那个副总裁，之前央行有来做业务报告。啊，是。在你们业务报告当中的第31页，哈。对。针对这个不动产针对性审慎措施，说已见成效。啊，是。所以有关于之前的一些线索，从2010年6月开始，那本来是比较比较严格、比较强硬的一些措施，后来有部分都放宽了，然后，那因为你们觉得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投机已经减少，那个房价哈已经回归真实面了。那做完那个业务报告之后，啊，紧接着在3月24日，央行的这个里监事会有没有开完之后？新闻以及你们家的新闻稿出来，都对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办理购置住宅贷款及土地抵押贷款业务的规定，这当中有几项就已经这个删除了哈。现在变成修正后是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办理购置高价住宅贷款的业务规定哈，现在变成这一项。是。啊，就这个部分哈，啊，请副总裁做一下说明。是。好，那至于就是说就高价住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为什么还把它留住呢？最主要是说它的风险还是很高，哦，高价住宅的一个波动幅度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银行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更注意它，所以我们留住了这个部分。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是反转下来哈。那缓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啊，我就教育副总裁，你认为2010年6月开始你们实施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后，的确有发挥了打击投资客，的确有发挥了让房价回归真实的一个作用吗？真的有发生吗？如果说就整个中央银行，还有就是健全房屋方案，就是实价登录，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土房的这个税呢合并使用这个制度呢，对，这个制度实施了以后呢，确实是有发挥作用。那你觉得你这个规定是一个吓阻的作用，还是它实质真的发挥了功效？是应该就是说大家合并起来的。我想请教啊，是有关于修正前在这个购置住宅贷款及土地抵押贷款这个业务的这个第四项。它有一个土地抵押贷款的规范，不晓得副总裁还记得多少？是土地抵押贷款呢，就是说是六点五成，六点五成。对，六点五成。所以银行如果出贷给这个来贷款的，这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件，都不能超过6.5成。对，不要。一定要合乎规定吗？是一定要合乎6.5。如果超过规定的话，对，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罚？那如果说是他，因为我们基本上从土地抵押贷款我们实施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所发现到的 case 违反规定的大部分都是金融机构呢他误解了我们的规定。那所以呢，基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你先把这个原理讲一下了哈，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块土地，是它的取得成本或是说它的鉴定成本是10亿，那依照你们修正之前的一个规定，最高只能贷到多少？最高就是6.5成嘛。6.5亿。对。如果今天有一家银行，他超贷贷到7亿，啊，有没有违反你们的规定？那是有。就违反这规定。对。那违反这规定，根据中央银行你的母法以及银行法的相关的这些规定当中，后面还设有罚则。你是不是应该去处分？而且你把他处罚之后，还要通知金管会、通知银行局。是的。好，那就照你们当时定的这个规定来讲，
你刚讲了哈。对。我刚问你说你的成效来自于你有没有具体的一个作为，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宣示贺主的一个作用？啊，你刚刚讲说啊，其实银行如果会违反的话，是因为银行不了解央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这个本席很不解呢。如果外界都不太理解央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我不认为是你当时推这个规定这样的一个政策导致打击投资客，而导致那个房价能够回归真实。事实上你是没有作为的啊。报告委员，事实上呢，我们在土地抵押贷款的这个部分呢，你要不要再想清楚？你刚刚讲的，你说啊，你们有查到，但是是银行不了解你们有这样一个政策，不了解你们有这样一个规定。那本席就问你了，到底从2010年6月到现在，已经重新修正这个规定，总共查获了多少件？有多少个案例？你们都做了怎么样的一个措施？你们都做了怎么样一个处罚？啊，请告知本席。好，是，就说在6年之间呢，大概我们所去查的呢，总共有51件。几件？51件。51件。哎，违反规定，但是开罚几件？那这个呢，基本上五十一件总共超贷多少金额？这个部分呢？啊，请回答。是我是不是也请？可以可以可以。哎、是。本席哈，你一边走我一边讲。我从金管会银行局所有公开的资讯，查不到央行就自己2010年6月自己做这个规定，到现在没有一家处罚的一个案例呢。你有做这个规定？你从中央银行法，从28条、29条、31条，再到银行法37条、40条，到你银行法第130条罚则的部分。通通告诉你，你央行应该要去处罚他，而且要汇知到主管机关，那金管会银行局，银行局那边没有半个资料，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你现在报告有51件，难道这51件都是说银行不了解央行的规定，所以央行啊在做什么？那你又说，因为你们有这个规定，导致于真的有打击到投资客，真的有打击到这个让房价能够回稳到真实、哦、我就不明白你这当中是很矛盾的，请说明。江委员报告哈，这个是这个51件，我们这查核的过程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他误解。我举一个例子，很多的部分像土地贷款，他能贷6.5成，但是呢，他在动工之前只能够贷5.5成，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直接就贷5.5成，但是这个是不对的。是因为他要核贷的额度如果没有给到6.5成的话，他就不能拨到5.5成。很多的这种土地贷款呢，都是这样子的误解所产生的。那我们就是会，他虽然他的情节是比较轻微的，但是我们会请他来。没，您现在讲的是比较低贷的，我刚刚就跟你讲了，现在就有案件来检举的，有银行应该他的架构的成本是10亿，或是他鉴定的成本是10亿，两个取其低，对不对？对，来作为核贷的这个陈述嘛。是。你刚刚也回答嘛，应该这样不能贷款超过6.5亿，是。结果居然贷款超过7亿。这个案子而你们也有了解到这样的案子，你们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依你们的规定应该去做处罚。江委员，这个案子我们没有接到这个案子。如果讲等一下，如果讲那你过去的51个案件当中，没有半件你们列入惩罚，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们是依规定你们是有处罚的权利呢。我们要看他的情节，他现在目前都他的情节都是属于比较轻微，而且他也马上就改善。不是，如果违反你们的规定，何有轻微之可言？你这里面并没有讲说他还有什么比例原则，他还有什么情节轻重，这里面讲了、啊，所以你是规定的很详细。所以我们前面讲。那些银行他不了解你们的规定，所以啦，我大胆推论哈，你们现在修正后的这个规定是高额房贷豪宅型的，你们才会予以节制。那到时候他也说我不了解你们的规定，你到时候仍然是不会有什么啊你的具体作为啊，所以你这规定是骗人的啊。所以你之前说你在这方面有成效，我也认为你是拿这样的一个成绩啊自己。报告江委员，现在最主要的，我们是找他的总经理和董事长来办公室，我们直接的是告诫他，他不能再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都再犯，所以我们的目是有效果的。我们就请他董事长总经理来。今管会有法律事务处有处长来了哈，所以难道以后央行根据中央银行法或银行法所做的任何无法授权你去制定政策上的规定，到时候只要你们去把董事长啊、总经理找来跟他讲一讲，做道德一个规劝，就可以免于受这个规定的处罚？今天你在报告台上是要跟本席这样讲吗？那以后你们家的所有的规定谁要去遵守啊？反正到时候先违反再说，到时候被你找到了再来跟你做一个解释就好了。基本上报告委员，我们对于这个案件的处理呢，就会看他的一个轻重哦。如果说没有，你告诉我你们的规定当中哪里写出可以看他的行为轻重？你告诉我，来，你们自家的新闻稿哈，你们自家的一个内容这个条文，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写？可是行为轻重哦，不予处罚，或者说你告诉我，在这个银行法有没有在第134条？你告诉我，他这后面只有写说啊，如果受罚人不服者，可以诉愿或走行政诉讼程序去救济，这后面没有写什么你们可以有那个权利去视行为轻重啊。我现在是不敢断定说你们有包庇，我先说你们之前做这个规定。对于你们所宣扬的说你们让那个房市房价去真实跟稳定是你们的成绩，我先质疑这个，后面我要讲说你未按规定，而且这是告诉大家以后都不必遵守嘛，而且你到时候只要找董事长总经理来搓一搓就好了，是这意思吗？如果说他是一个情节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问给他，然后请总经理董事长来告诉他们。那如果说你这个如果说再换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根据我们中央银行法的一个规定来。中央银行恐怕没有那个权利去允许再犯才处罚。我觉得今天你这个报告哈，我想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了哈。我希望主席能够对这一点，请央行要做出裁决。他们居然对自己规定该处罚的，居然没有去处罚，而且你所知的已经51件。还不包括现在其他的检举案件呢、啊。以上，那我们请央行用书面说明你们的裁量权到底在哪里？哦，你们的情节轻重的裁量权可以不处罚、是根据标准那来回答江委员，好不好？是。哦，那在最快的速度，希望一个礼拜内提出来，好 OK， 好，没问题。现在我们今日，结束了哈。我们今日登记发言委员。已经全部答询完毕，本委员会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二、由委员姚文智、邱志伟、吕玉玲三位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以书面来答复。第三点，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金管局还有中央银行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请在期限内送交各个相关委员。那现在我们来下一个程序，我们处理临时提案，总共有两个案子，我们请议事人员逐案宣读。宣读第一案，近几年来衍生性金融商品透过层层包装，加上杠杆倍数扩张及证券化机制之泛滥，致其风险难以有效控管。该类商品复杂度极高，连销售银行的主管理专人员尚未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处于资讯相对弱势的投资人。主管机关虽规范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承作对象需有一定之限制，但以财力或避险需求等作为标准，显过于简略。实务上，销售端为创造需求，主动协助客户符合此等资格条件已为常态。主管机关对于落实 KYP 刮胡认识商品 KYC 刮胡认识客户之要求，基于形同具文。鉴于一、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发展日益越新，避险模型越趋多元与复杂，已非一般人士所能了解；二、许多衍生性金融商品乃外商银行透过国内金融机构通路销售与国内客户，相对也隐藏更多潜在风险，以致主管机关对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监理往往落于问题发生之后，
实难获至监理之制，主管机关对于海外基金及保单之销售皆采事前审核制，在追求金融市场自由开放创新发展之同时，对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引发之金融市场危机，进而伤害经济发展，主管机关亦应调整监理机制，为必要之事前管制，为确保金融市场之稳健发展，维护投资人权益，原要求而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使得发行销售。非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亦请主管机关采正面表列方式监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应紧速配合检讨修订相关规定。提案委员吴秉睿、李应元、黄国昌、余婉汝、江永昌、陈赖树美、徐国勇、林俊宪、罗明才等。宣读第二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于3月22日宣布，即日起，民众以健保卡至卫生福利部健保署网站注册并取得登录密码后，即可至证券商、期货商与投信投顾业申请线上开户，为全民健保法第16条第一项规定，全民健康保险凭证（括弧以下称健保卡）以存取及传送保险对象资料，但不得存放非供医疗使用目的及与保险对象接受本保险医疗服务无关之内容，明确揭示健保卡系仅供医疗使用及医疗服务目的的使用。金管会与卫福部开放民众使用健保卡开户证券等账户，恐已违反全民健康保险法，况健保是强制纳保，几乎全民均持有健保卡，一旦管控失当，造成民众各自泄露，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后遗症，实难以预计。鉴于健保卡系就医凭证，应以医疗使用目的为要，不应扮演太多非医疗之附加功能。原此，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即撤销以健保卡至证券商、期货商与投信投顾业申请线上开户之措施，以为民众权益。提案委员李应元、徐国勇、陈赖树美、江永昌、林俊宪、吴秉睿、罗明才等。宣读完毕。以上两个临时提案，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主管机关有问题，那我们来先要不要先说明一下？那麦克风看一下。有关于第一个临时提案，就是有要求金管会要审核这个高复杂型这个衍生金融商品的部分，我们希望最后一段在这边是不是对于而后的高复杂型衍生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或者是指定其指定之机构，因为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些汇率的部分我们需要有一些专家的咨询或者是团体然后才可以通过。那这个复杂型高风险是不是只限定在汇率类就好了而且可能必须要排除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人或者是避险目的的话，是不是可以不在此限？这是我们的建议。那另外一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另一个提案先通过。那这个一样，我们来协商一下，看看我们文字怎么修正。那个另外一个议案也是有问题，也是有问题。对，哦，你刚刚没有一起讲啊？是，来。那另外一个议案，那个你可不可以？你要不要先说明一下？资料给我们，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讲了健保卡那个部分，其实主要都是只是在认证而已，所以相关的医疗的资讯或者是那个健保卡相关的资讯都完全是不会泄露的，所以完全没有委员提到那些问题。可是我们可以做配套措施来抑制或者是来防止说民众这个部分到底怎么样来可能会产生的延伸的问题。那个是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发展，所以那只是在认证的部分的一个方便性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请不要限制这样的一个发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文字上怎么做修正或委员的意见，我们来协商一下好了。好，谢谢。
我们先从第一案啊，先从第一案啊，第一案是吴秉睿委员啊等的提案，那有关衍生性金融商品复杂性的这些文字正面表列等等，那有意见？你刚刚提到说应经主管机关，因为那个主管机关就包括汇率的主管机关呢、啊，这里主管机关没有指定是哪一个机关呢、啊？所以如果譬如说像你们现在 TIF， 除了金管会之后，央行也是主管机关嘛。所以我是觉得主管机关就足以说明相关的都要进来审，你们主管机关要怎么审我们没有意见，但是要经过你们审查过。我们那个指定机构是希望有些时候是可以把工会纳进来，因为工会对于这个衍生性商品，那个指定机构是受你们委托或是协助你们，是你们的幕僚单位，最后要你们通过，你们怎么，我刚刚有讲过了，细节上你们怎么审我们没有意见。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规定，就是要把政府机关拉进来背书，要把那个契约的相对公平性至少增加一点。是，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这个精神我们非常认同。是，那你讲这个东西，在这个条文的文字的本身可以解决。是，我们并没有限制你说你只有你本身可以审，你不能够找这个其他专家来协助你审啊。我们没有这样表示啊。那所谓的主管机关也，只要跟这个业务相关的，包括金管会跟包括央行啊。所以我是觉得没有修正的必要啊。如果你那两点，我们是没有修正的必要、啊。那是不是请？没有，请是主管机关的解释问题嘛？那现在提案委员已经把主管机关在这里做说明，那个、你们的看法？复杂型高风险是不是限于汇率类？我想不要限啦、啊。好，我是今天是这样东西了。你审过，如果你是说你审的能量不足，那是另外的考虑。这个东西是为了要保护国内的金融、啊、因为现在常常发生说东西卖了之后后来出问题，珍珠委的时候他有处理。到你们说处理了三次，都是因为事实性发生在前面，后面追着在处理嘛，所以当然是有帮助，但是对于有一些已经造成了伤害。现在是要倒置，变成先审之后才能够让他在金融市场上面卖，是这样子的目的。我们是不是请局长说明一下？是，委员，抱歉，委员的这个提案的用意，我们非常佩服，但是坦白讲，某一个程度，这个也算走回头路啦。以往的话商品是要审啦、那现在因为金融创新，因为市场，还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国际市场的竞争啦、你今天我们这边做这些限制，其实在亚洲这些国家，在香港，在新加坡，他不会做这些限制啦，所以很可能业务也传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的提议我跟委员报，我们提议 有三点啦。这个提议是是委员最主要目的是让那些中小企业事实上不是这一些金融机构，也不是这些高净值的不要再受这些这一个卖出选择权的伤害。那这个其实在汇率类针对的应该是汇率类，所以汇率像是 TRF 它就是汇率类。再来就是说非复杂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说认为一定要删掉，因为这种类太多了，衍生企业也在里面，交换也在里面，这些如果把它变成正面表列之后，会严重妨害金融，会有严重妨害金融创新啦、那个詹局长，你回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复杂性高风险，这个你们在那个管理办法里面有定义三期的那三个都不是，结构性的不是，你说那个交换的那个不是，所以那个桂敏你们拿那个规定给詹局长看一下，所以没有像你想那么多。第二个你们现在改的那个办法对，这里对这个地，你看结构性不包括，对结构型交换契约、多品契约一次可就契，这四个都不包括，各位，所以是采用你们自己所谓定义的这个复杂性高风险商品。我们是列出来这个复杂高风险以外的这个种类我在想有大概好几十项那我们这个正面表列反而会变成它金融市场上面会有个限制在那个地方了，而且这个不是我们最主要框的那个目的嘛那我跟你解释，因为从我来财委会之后，你看多现金卡、联动债，现在是这个 TRF， 一再的变形，一再的演化，不做这样子的东西之后，你将来会有新的东西来。新的东西来的时候，它规避你今天的这个决议，然后它也是先来卖商品的自由化。基本上你要看看那个自由化的东西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一次受伤最大的 TIF 是全是在中华民，只有在台湾最严重。
香港跟新加坡当然有卖这个商品，但是它卖的量远比我们台湾低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嘛。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有讨论到，并不是资本额高的他就一定有专业的投资这个知识。好，我举一个例子，郭台铭的鸿海，张忠谋的台积电，他们资本额够大吧？但是你如果请郭台铭或是张忠谋来问他什么是这一种 TRF， 他不见得能了解。这个也不能够光从资本额上面来控制啊。报委员，这一个像专业机构投资人，他是金融机构啦，他本身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是市场上最主要参与者。那像高净值投资法人，像这一个比如说您提到的像这个台积电鸿海上的公司，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财务部门，而且他们的确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这个 TF 这类的商品，它的交易成本最低啦，它避险成本最低，所以我们是不是說那他们这两件有买吗？啊，照你这样讲，这两件他们会判断 买了很多 TF 喽？不，他们会判断，有些有买，有些没有买。好，这些电子厂里面，所以是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对于中小企业这一部分这一种高风险复杂的东西，我们把它控制住，然后其他还是让市场有一个活力啦。这样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第三个给你加，这个不要限定汇率类。第二个就是说，你们管理如何审，主管机关本身有解释了嘛？主管机关当然，这里主管机关不是只有一个机关，是只要对这个业务有主管的，包括你们金管会跟央行要一起来审。你们审的那个技术，要不要请这些工会啊什么这些人来当你们的幕僚提供意见？那个我们没有意见。哦，那就纳入这个第三项，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因为避险交易，现在他们现在通通把它定义为，他们现在这些也都是避险交易啊。没有没有，那不是，没有那个不是的。这个基本上我赞成吴委员的大方向了，但是其实讲个实在话，因为其实520很快就到了。那我意思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开，大方向是对的。那你把它限的太死了，把它限的太死，他也不是不做，就跑到香港去做，跑到香港去做。这个如果 TRF 跑去香港做 ，Go ahead， 赶快去啊。那这一次我就刚刚跟你报告过了，全世界就台湾卖最多，香港台湾受害最惨，香港新加坡，但是比台湾少啊，也不这个都经过调查过了。所以我意思是说，大方向我赞成了，但我意思说，你把它限死了。第一个客户都跑到香港、新加坡去做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限制要合理了啊。你现在就是，尤其你刚刚那网撒那么大，真的也不好，真的你全部就都把它撒了那么网，那现在到时候整个市场现在就已经放宽了嘛。我说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的不在此限。那你是坚持说要加上避险交易嘛，对不对？那现在避险交易的定义在哪里？可不可以让我知道避险定义交易的定义？避险交易它有现货市场上的相关活动，那有那它就在过做国际贸易的都算了。没有，现在有一些比例是它本身，比如说没有美金、没有人民币、没有这些外币的需求，它有在做的比例是不高了，但是还是有了。不是你这个避险交易如果拿掉，现在银行就来解释说，因为你是进出口的业者，所以你有避险需求。哦，不会，他会拿那个有需要，他要拿那个资料拿出来看的。进出口资料。对，不是，他就比如说他要看他过去几年。对啊，那都是进出口资料。对对对，要有这个不能随便解释。他这个有相不是他相关的有一些。他有。不是只有进出口记录，这边有提到说。客户卖出或隐含卖出选择权的商品，依实际支出外汇的支出需求，所以他第一个一定要有外汇支出的需求。对，但外汇支出的需求很容易啊，只要他在做国际贸易，他就有外汇支出的需求、啊。鲍委员，但是我们要考虑一点哦，我们真的把这些有避险需求的拿掉哈、哦，对厂商对我们的外贸经贸做单纯避险就好了。我跟你说，我为了这个 TRF 哦。我们所有的幕僚还有包括我本身上过很久的课啦，我们不是没有研究，我们如果没有研究来这边怎么跟你对答呢？好，你如果说交易的对象是专业投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
这样我还可以接受。你避险交易的范围太广，因为你现在避险交易，如果他真的有这种需求，他就去买远汇就好了嘛。但成本高，成本高没关系啊。不是，你没关系，跟中小企业有关系啊。中小企业买的这个东西才会倒了，买远汇不会倒了。所以我们把前面把中小企业哈，我们这个提案如果过，对中小企业做这个的保障，应该程度会提高很多了。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也真的要考虑。不是，那你避险交易这四个字，这个范围太宽了。他没有、那个定义就，然后的定义就是只要有外汇的交易的需求嘛，那个需求、啊、那只要有进出口的全部都有需求啊。不是那个需求还要，而且你要做多大，还要看他进出口的那个金额多少，真的、啊？这里面没有这样写啊。这个就是要符合这个文字的定义，它才会落入避险交易这个范畴之内。这个，在那个文字的上面。那再来跟委员报告，这个文字也不妨碍您本身的提案的意义。那个文字要当作你们的幕僚机构，我没有意见了，你把它放进来，我不要，因为我就是要主管机关负责任，这个意思就是清清楚楚。那再跟委员报，因为这个最主要这个问题还是产生在汇率类啦，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把，但是当初雷曼兄弟在不在汇率类啊？啊，雷曼兄弟跟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那个是结构商品，我的意思是说，我如果要限的，如果你一定要限在汇率类。这一些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会闪你这些规定，然后他在这卖其他的商品，再进来骗啊！我跟你讲，我本身认为游戏的规则的制定者，类似有牌的诈欺啊！因为他如果定一个不公平的契约，就他把风险都推给别人啊，他自己不用担风险啊！这个是两面刃呐、啊，无言的我也赞同了，但是你通把他堵死了。我没有毒死啊，你审查嘛，你审查过后你敢给他卖你给他卖啊，啊谁敢给他卖谁负责任嘛，我今天讲的意思就是很清楚，不然的话这个规定通过之后，他如果在将来在市场上买到就是谁负责任，谁给他审查谁负责任啊。对，这个报文就是说这个市场的弹性跟效力齁，的确会如果太严格会受到影响，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其实今天最主要还是在价格波动的问题啦齁。那我今天要处理的不是只有 TRF，我今天要处理是将来类似的商品要经过金管会来审查之后，这种不公平的商品经过你们审查垫高了那个公平性之后才能在市场销售。我没有禁止你销售呢，我只是说要经过你们审查呢。如果你们审查都不愿意审查的话，你们就是不想负担这个业务啊。跟委员报告，以前哦就是比比都审，样样都审啦、啊。好、哦，以前啦、啊哦。那现在把你限到这么小，只有复杂性高风险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才要经过你审。这样你也不省，不是不省，就是说我们哦，还是让市场有一个那一个弹性跟活力。这市场很有弹性啊，哪里没弹性？弹性，你审过之后就能卖嘛。但是那他先来请你们审一下啊？难道你们认为你们的审查要很久，要旷日费时？这个就是说跟委员报告，所以我们觉得说审哦，您的提案我们觉得也好，但是我们还是把一些人哦跟特定的交易哦要把它放在外面，否则恐怕是真的有这个需求的人哈，他反而会受到影响。那当然有这个需求的人，这种定做他们需求的，就叫你们审一下，审一下不用很久啦。像他这个银行，假设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哈，不管古今中外都不审的啦，他自己要去负责。他、啊、已经有你摆例外啦，对，交易对象为专业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就不审啊。跟避险的，把他避险交易那个放太广了、啊。不会很广啦，你找那个泰银上来问一下就知道，不会太广了。台银现在在楼下叫他问来，问中央银行在这边嘛？避险交易是不是很广？来，央行在这里嘛？只要他有 position， 他有 position， 他有。那现在他们本来就要求那一些中小企业只要有进出口，所以才用 OBU 嘛。他就是要为什么叫一条龙？就是他连那个 OBU 的那个外国那个公司，他都帮他创造啊。帮他去登记啊，然后让他们之间有这个外贸的交易啊。他说你有外贸，你有避险需求，所以就让他做成这个契约啦、啊。现在是这样呢。跟委员讲，他如果是做伪造的那个部分，基本上就是不行。是不是伪造不知道，但是我讲台湾的企业哈、哦，你去了解一下中小企业，老板是苦干实干接单打拼生产，那什么都不知道，账目都是老板娘在管，老板娘更不知道，而且都拐那些人去买这个东西。对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把它排除了，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审啊。你说你有避免不避险交易之后就不用审啊？你现在是
这个是例外之外的例外呢？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措施，就是交易对象的部分，对于那个高净值的自然人，还有那个是不是有经验、有实质上的交易部分，我们可以从资格的限制去防范。不然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表决嘛，表决啦。反正五二零以后是民进党负责了，留下记录，表决了。OK 啦，我也赞成。反正五二零以后民进党负责了，表决。赞成，我一天他的改，他的修，他现在对我们提案的修正案汇率的这个，我不能接受。然后指定机构或团体那个作为他的作为他审查时候的幕僚，我没有意见，但是不用放在文字里面。只有接受交易对象为专业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这个不在此限。对避险交易，我不能接受了。没关系啊，表决就表决嘛，好，就表决了，表决了，不要拖更久，看谁负责，没关系。我这个，如果真的有啊，你如果做不了，你去银行局长不要做了，做。啊，表决，好。有意见不？我跟拍电话，我讲人，然后质疑我，因为涉及到人，我不想讲，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哎，好了。啊，大家协商不成，那我们就表决好了。好了，赞成按照提案，他现在是我接受了一个修正，就是他那个这里哈，但交易对象为这个专业投资机构，就是前面这部分，但交易对象为专业投资机构法机构，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不在此限。哦，所以货币险交易删掉。对，货币险交易就删掉，因为避险交易 我认为太广了。我讲一句话，你要看清楚哦。你现在是产品哦，你现在把产品跟对象混在一起哦。你们要看清楚哦，这个是你们都没看，这执行不通的。你现在是审产品呢，你现在又把对象排除了，这做不通喽。我这是他提的修正案啊，我只是要求这一种商品应该要审查而已啊。做不通的。那个产品呢、是卖给谁是同一个产品哦，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修正是有问题的，那就不要修嘛。其实这个道理没有很困难，你只要花点时间对这种高风险东西为人民把关一下、审一下，我觉得这个 OK 啊。这个跟我报告，这个您这个提案哦，这个利益我们清楚了，但是银行跟银行间专业机构之间的交易哦，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是一样，都是排除在外，都是没有，都是豁免的啦，哦，都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啦。那这个最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哦，他可能去银行去推销这些东西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那避险哦，当然定义抽象模糊了，但事实上市场上真的也有避险需求，哦，那不把它排除了，你不把它排除，可能真的有需要的人也受到一些影响。局长，他真的有需求，就你们审一下嘛。我也没有说他不能卖，我是说经过你们审一下，你们审一下是帮人民把关，不要去让人民买到不公平的商品，所以让你们审一下 是增加你们的工作负担，这点我很抱歉，但是我认为为人民把关是有需要的。我命令工作了，那避险我们可以避险，那就刘同委员讲的哈。那另外就是非复杂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的确影响也大了哈，希望这一部分的文字也删除了。就是最后这个非复杂性高风险性，你认为不用采证面表类？是，因为这个种类范围太多了，这个一放进去哦。好，那就使得销售之后就直接跳到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必应紧速配合检讨，修订相关规定，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交易对象就不必了，这个就不要了。交易对象，那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法人，这个刚才我同意留着，我们把避险拿掉了。可是曾委员是说这样会有争议哦。那产品是卖，对不对？对，就可以不用审。假设是存在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的哈，就不用经过这些审查，就不涉及到。那我更加有约了。有。也可以减掉。他意思说，但交易对象还是要列进去，列进去也就是说，这些人是被排除的哦。对。这些人对这些产品是被排除的哦。对，是这个样子。所以是复杂性高风险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果交易对象是。事业机构投资人，专业机构投资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
或避险交易，避险刚才拿掉，避险交易拿掉，避险交易拿掉。哦，不在此限，也就是这两种人是，可以不用审，对，安内，好吧。啊，获取执行机关就不必了，好。那个不用，那个是你谁要当你的幕僚，我没有意见呐。啊，汇率类的。那汇率类我不赞成啊，汇率类要拿掉。好啊，非复杂性，非复杂性这个正面表列那个先拿掉。拿掉。好，那我再顺一遍哈，再来念哈。就念最后一段就好。好，我顺一遍哈。原要求而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使得销售，但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不在此限。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应尽速配合检讨、修订相关规定。对，后面这段变这样子喽。OK， 执行没问题哦。好，有执行他们的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有可以切那么干净吗？赶快哦，赶快哦，等一下我再念一遍哦。有切那么干净吗？那个相关主管机关是包括央行。我没有写谁啊？没有啦，这边写主管机关啦。主管机关啦、啊。应经主管机关没有写。哦，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那是后面你们应该要配合去修法。配合修法的规定跟前面那个无关啦。金融监督委员会及中央银行好了，哦，或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啊、哦。哦，中央银行及。哦，加在金管会前面好了，好。好。好。好，我再念一遍哈，我们前面都对哈，我们最后一段哈，我再念一遍，文字大家注意听一下哈。为确保金融市场是稳健发展，维护投资人权益，原要求而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使得销售，但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不在此限。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应紧速配合检讨、修订相关规定。好，那我们修正通过啊，按照这样。好，第二个啊，因为现在法令还没改哈，因为那个健保法哈。咱健保法第二条规定，不得存放医疗以外的这些机构，把条文拿出来下来。所以显然的，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做这一个规定似乎有问题哦。我是先提出这个意见，哦，大家看一下来。现行条文第二条我念给大家听哈。哦，这是办法哈，那个及存取资料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哈。但是修正草案还没有过，所以我先把现行条文第二条念给大家听哦。这个是第一条，是根据健保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哦，这个授权母法是在健保法十六条哈。第二条规定说，全民健保保险凭证（以下简称健保卡）仅供哦，他用仅哈 only 哈，仅供保险对象与保险医师服务机构做医疗使用。那这个办法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改。那没有改之前啊，如果这样子做的话，这个显然会有违反这个相关的法令，所以这一部分你们还要坚持吗？还是干脆等这边办法修正，你们以后再来看提出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一条，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身份认证不会涉及刚刚的那一条十六条。那基本上我们也跟那个卫福部有做函请他们的同意，这个金管会是依据全民健保法网络服务注册管理办法要点第五条啊，这个保险人就是健保署得提供行政机关该网络服务身份查证机制，好来完成这个使用办法。因为我们的这个认证只剩身份认证，所有的资讯呢都不需要通过我们。现在问题出现一个哈，诸位，现在问题刚刚最新的讯息来了哈。那健保局审核委员三十几个，包括专家学者外聘的，联名，全部联名反对你们这个措施。刚刚最新的，好，那个是这样。好，你新闻找出来给诸位看一下。所以，因为他们根据这个办法说，他们认为说违反，而且现在健保局那些审核委员，可是我们不是有去协商？三十几个通通反对最新的讯息，所以你们好像没有协商好。
这个我们其实是有跟卫福部 请求他们的同意了啦，对对对，这样对啦，我管你们干脆啊撤掉哦，来来，我来我念给大家听啊、哦、今天哦，健保会35名一届雇主委员代表一致表达反对，并作出决议，将去函金管会要求撤销此一做法，痛斥此举根本利用国家资源图利财团。那卫福部健保署与会代表也表示，在此事曾表达反对，但不被接受、哦、所以要求金管会后果自负。那形同被挟持，他讲得不好听哎、欸。他现在是讲，所以这个办法现在已经因为有这个办法，所以如果你们撤回这个做法，那这个提案就没有必要了嘛。那我们现在新闻是这样子了，这最新的，他们是35个，而且是一致联名哦，一致联名。现在麻烦是这样哦，所以你们那边应该无恭贺哦，对吧？应该无恭贺哦。其实这个之前哈、哦，跟卫福部什么都讨论过，司法性也都没问题。那现在来讲，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氛围来讲，就是说，哎，健保法资讯都会被人家利用，就会被业者去利用。有这个一个问题，啊、哦，所以现在才有这个氛围出来。你的讲法不对了，不过即卖了，等于是跟卫福部又杠上啊，对，你跟健保署都杠上啊。好，那我们撤案好了，我们这样子好吧？我们再跟卫福部，如果卫福部也反对，我们就案子我们就不做就好了。好、哦、啊，这样子好了啦，好、哦，我们这样子吧，那个因为哈，给我们检讨，然后我们跟卫福部再进一步沟通、啊，这样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子吧。哎，暂缓没问题，暂缓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再去沟通、哦。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急暂缓实施，好、哦。就跳卫福部就好了，跳卫福部如果有疑虑，好，不然就请好、哦、来。啊，反正你们答应不会实施就对了啦，哈、哦。在没有，还没有得到同意之前，不会实施。建请哈，啊、哦，应急啊，检讨哈，检讨，哈、哦。这应急的是，检讨撤销。你讲撤销不要，讲民众不要，应急检讨撤销。啊，检讨撤销好了啦，哈、哦，不然就这样哈、哦，应急检讨撤销哈、哦，这个。应急检讨撤销哈，并与卫福部协商，哦，在暂缓实施并建议现在暂缓嘛，现在就不做嘛，对不对？那就再去洽卫福部以及大众意见，以后再实施，再那个再那个英雄跟素梅，不要来来来来来，要改要文字标啦。在这边就是建议哈，他们现在已经决定不做了，建议说，我、哦、建议文字修正为应急暂缓。实施了哈、然后请他们跟卫福请这金管会这边哈跟卫福部这边重新先洽商司法性、哦、再来实施。好，那我这里哈再来决定啦。以为民众权利哈。好，一起暂缓实施并与卫福部哈并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卫福部并要求哈。金管会与卫福部，与卫福部协商，就司法性，就司法性及民众权益，及民众权益，及民众权益哈，进行协商。进行协商讨论。好，我念一遍哈。因此要求暂缓实施、要求金管会暂缓实施了，还是要要求啊？这个要求好，我把最后一段的从原始开始念哦。原始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急暂缓实施。哦，对不起，那个要求改为建请哦，对不起哈。好，原始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急暂缓实施，并要求金管会与卫福部就司法性及全民啊及民众权益进行协商讨论 ，OK， 没有意见。建请 OK。你那是写什么司法性？司法性。坦白讲，现在其实哈、哦，
法令他们早就研究彻底了，是民众观感。没有，因为民众全部有意见。对了，啊，现在吼，因为现在卫福部并无意见啊，健保署有意见啊，哎，安尼吼，您个跟参详者那走啦，好，那这个就不要暂时不要实施嘛，参详者那走啊，大家皆大欢喜啦，好。好，那我们都宣布按修正意见通过啊。好，张伟。好，我们现在请等一下再走哈，我先读一下协商结论哈。好，我们现在宣读协商结论。协商结论，临时提案第一案最后一段修正为：为确保金融市场之稳健发展，维护投资人权益，原要求而后复杂性、高风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应经主管机关审核通过后，使得发行销售，但交易对象为专业机构投资人、高净值投资法人，不在此限。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应尽速配合检讨修订相关规定，其已照案通过。临时提案第二案，从倒数第三行延迟开始修正为：延迟建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计暂缓实施，并要求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卫生福利部就适法性及民众权益进行协商讨论，其已照案通过。先读完毕。啊，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按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那么有关刚刚江启臣委员啊补提的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书面答复。好，那接下来本次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现在宣布散会。辛苦哈，辛苦，辛苦。哎，谢谢，谢谢。